好，都没有耽误到，都没有耽误到，刚刚好。好，那我们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14人，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经济委员会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3月24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下午1时26分，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代化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郑天才委员等27人，列席人员经济部部长邓正中及相关人员，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刚猛、总经理胡兰泽及相关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科长王立倩，主席苏召集委员郑清。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经济部邓部长郑中，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阮董事长刚猛报告后，委员林代化等18人提出质询，均由经济部邓部长郑中、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阮董事长刚猛及胡总经理兰泽及相关人员进行答复。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许淑华、高志鹏及萧美琴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决议另定期继续审查，通过临时提案16万，敬请委员参阅。散会，议事录宣读完毕。好，在场委员不足3人，议事录暂不确定，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宣读完毕。礼拜四。好，我们介绍在场的委员，有我们王惠美王委员。好，我们与会的首长有邓正中邓部长。好，及所属的所有经济部部门，还有我们台糖陈昭义陈董事长、杨锦龙杨总经理啊所率领的台糖团队，那中油的林盛忠林董事长跟陈绿卫陈总经理啊及所有的团队，还有今天行政院主计总处林秀燕林专委啊也来到现场哈，那还有我们预算中心的同仁哈。也有出席，是不是站起来一下哈？好，谢谢大家哈。好，来再来我们现在请经济部邓部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经济委员会安排本部所属的台湾糖业公司跟台湾中油公司的预算，那么本人有机会啊，就这两个公司105年的预算重点，向贵委员会提出说明跟报告，觉得非常的荣幸。那么我先就台糖公司的部分先跟各位委员报告啊。那么台糖公司因应国内甘蔗制糖的缺乏经济效益，积极推动多角化的经营。成立砂糖、蓄蔗等8个事业部，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还有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台糖公司除了持续推动营运改造计划，并且因应市场需求，还有实际经营情形，厘定各事业的发展目标还有策略，那么希望能够改善经营的体质，以便提升整体的经营绩效。那么现在就台糖公司105年度预算的重点，做下面报告。一，在重要业务措施方面，为了因应市场需求还有变化，台糖公司会进行多角化的经营，并促使台糖公司成为亚太地区健康及绿色产业的标杆企业，朝着健康产业来转型。本部督促台糖公司办理的事项有下面几件：一，聚焦核心事业，推动营运改造计划，活化土地资产跟人力资源，来提升整体的经营绩效。二，
配合农业政策推动绿色造林计划，还有办理农地出租，并提供政府跟民间产业所需的各项重大建设用地跟产业用地。第三，以健康跟绿色作为目标，强化研究创新、新产品的开发，还有品牌的行销，并且配合政府的农业、能源还有环保政策，来推动绿色产业。第四，执行组织调整与最适人力的配置，配合人员的离退，来推动人力更新还有组织的精简，以便有效的提升人力资源的效能。那么，在营业收支还有盈亏方面，台糖公司105年度预算的编列收入总额是382亿4800万，支出总额是358亿714万，那么税前净利是24亿4160万元，那么比104年度的法定预算税前净利22亿，那么增加了2亿1000多万，主要是因为预估105年度的遵节成本，并且处分转投资的泰景医药公司的股票利益，还有采用权益法来认列的关联企业，还有合资利益的份额，还有股利的收入净利增加这些因素所导致的。那么投资计划还有资金的来源，台糖公司在105年度编列的构建固定资产计划预算是10亿8000多万，那么它是用架构高雄物理园区的产权启动营运投资计划2亿8000万，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7亿9000万，资金来源都是以自有的资金来支付。那么在当前重大的经营议题方面的这个因应措施，那么我简单的跟各位委员做报告。第一点是提升事业的竞争力，第二是资产活化增加收益，第三是配合政策释出土地，那么第四呢是配合政府农业政策，第五呢在农地租赁方面也是尽量配合政府在农业还有其他政策的推动。那么以上是就台糖公司的部分向各位委员报告。那么现在就中油公司的部分继续报告。中油公司是我国主要的油气能源的供应事业，从事石油跟天然气的探勘、开发、炼制、输出跟销售，还有石油化学原料的生产供应业务。从民国90年石油管理法通过以后，中油公司面临油品市场开放的竞争环境，那么必须不断的创新，强化公司的体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绩效，并且加强落实公安环保工作。那么中油公司在105年度预算的这个营业预算重点有下面几项。一，在重要业务措施方面，第一个是持续提升整体的经营绩效，包括加强油气探勘跟并购的业务，提高自有能源比例，妥善规划整体产销的输出，强化市场竞争力，推动资产活化，增加公司的营收，来配合民营化政策，那么你研拟民营化可行的方案，还有推动的时程。那么第二呢，是持续研究发展新能源，掌握绿色经济发展的契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达节约能源还有排碳 减量的目标。第三，持续善尽企业公民的责任，加强环境保护跟生态保育，致力达成自愿性订定二氧化碳减量目标，那么推动洁净能源跟生质燃料的使用，成为国内绿色能源领航者。第四，加强财务管理，还有管控财务的风险，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资金成本，来满足业务经营发展需要。第五，是持续推动中油公司经营改善计划，以增加收益，降低成本，还有提升油气采购的效益。在营业收支及亏损的部分，中油公司在105年度的预算编列收入总额是8623亿7000多万元，那么支出总额是8567亿2000多万元，那么税前的盈利净利是56亿，那么比104年法定预算税前净利131亿减少74亿，主要是因为高雄厂的关厂、效益性工厂去瓶颈停炉，还有计划型大修天数的增加，导致于
炼产量的降低，那么为了维持市场的需求，增加外购，外购成本增加，使得净利减少。那么在投资计划还有资金来源，中油公司105年度编列的构建固定资产预算是306亿7000多万元，其中专案计划编列194亿元，那么一般建筑还有设备计划编列112亿，资金来源除了219亿是向国内外借款以外，其余86亿都是以自有的资金来支应。那么在当前重大经营议题的因应措施方面，我简单的跟各位委员做报告。第一个是在弥补亏损，改善财务结构；第二是活化资产，增加收益；第三是加强公安，确保安全；第四持续社会关怀，来善尽企业责任；那么第五呢是节能减碳，落实环保；那么最后呢就是在高雄炼油厂迁厂以后呢，土地再生利用的规划。那么以上简单的做一个口头报告，我们都有详细的详细的报告提供给委员及各委员会委员会还有各位委员。那么如果各位委员等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提供更进一步详细的资料，因为今天的那个台糖陈董事长还有中油的林董事长啊，跟他们公司重要的干部重要的主管都在场，那么我们会尽量的就各位需要的资料提供详尽的说明。以上报告完毕，谢谢。好，来，我们有请台糖陈董事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仁，大家早。今天大院审查预算，我们台糖公司来报告我们预算编列的情形，那请各位委员来支持。105年度的预算，我们是编列382亿多，那比104年度的预算减少了16亿多，主要是因为糖价下跌，比这个104年度的时候估计的时候下跌，那以及这个我们的量贩事业部的会计账算法由原来的总额法改成净额法。换句话说，那些专柜的收入都不算在台糖的收入里面，因为这两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减少了16亿多。那另外在这个净利方面，105年度是30亿余，那比104年度增加2亿多，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我们的收入面看起来会减少，但是营业的支出会减少更多，让我们的净利可以增加。那么面对我们过去面对这个竞争的情势，台糖最重要的已经十几年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多角化的经营，但是多角化的经营的成立的8个事业部都面对完全开放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所以其实竞争是非常的辛苦。那么在104年度里面，我们大概努力的重点算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努力的要把我们的事业部的竞争力提升。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希望开发一些新产品，其实台糖的研发能力很强的。第三个方面，希望我们的资产能够好好的发挥它的那个活化来利用。那这里面对于这个，特别是对于有一些我们觉得组织啊可以精简的部分，我们做了许多的精简，包括区处的，包括我们总管理处的单位、幕僚单位，我们做了好多的精简，甚至于亏损单位我们也做精简啊。那么所以在104年度的预算我们执行的情况算是非常的有进步。104年度我们最后我讲就讲8大事业部本身，亏损从103年度的10亿7降到104年度，现在这边写出来是5.86亿。那事实上这里面还包括增额公保年金的提列，把那个因素那个政策因素扣掉的话，事实上八大事业部的亏损的部分是2.7，
从 10.7 亏损降到 2.7 的亏损，所以去年其实同仁非常的努力，进步非常的多。那展望105年度，我们主要的工作的重点，那大概我把它列为五个方向，这个主要的策略。第一个，我们非常爱惜、非常珍惜我们这个品牌，所以我们在102年度曾经发生食安事件，我们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对于一些代工的产品，我们检讨裁掉了36个代工的产品，委托外面代工的产品。另外，我们自己建了一个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就是一个溯源管理系统，所有的原料都内管，都要有检验报告。那这个系统建了以后，到现在2年多，就跟各位报告，台糖公司的产品没有出过任何食安的事件。那么第二个是，我们觉得台糖有很大的优势是6级产业，所以我们自己有土地，我们自己农业生产甚至于育种的技术都很强，我们自己也有加工，我们自己有通路，所以我们就努力的要开发6级产业的产品。那么过这几年，已经过去2-3年，譬如说我们种非机改的大豆，大概每一年都卖得非常好。有点，我就开玩笑说，这个有点像是，我们豆类里面大豆里面的月光米一样的，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优质的产品。那我们觉得这个也做得非常的成功。我们将来也逐步的在开发一些中药材，因为我们发现到，国内要进口中药材，很多中药材都会有农药残留跟重金属的问题。那我们台糖自己来生产，自己控制到这个都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将来一定有很大的市场。这个是我们讲要走6级产业的方向。第三个大方向是，我们要变成台湾休闲产业的新的标杆。我们除了把闲停闭的厂区来做活化，小火车、糖的文化的体验等等之外，我们也正在规划，想要把鳌谷东石那个农场把它开发，主要不是开发，它是一个湿地加上，造林地大概是700公顷，加起来1000多公顷。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假如能够好好的运用规划好，那么而且保留它湿地的特色，它就不再变成少数赏鸟人的私房景点，而能够变成我们国家级的生态保育园区。啊，这个是第三个大方向。第四个大方向，我们希望成为绿能产业的重要伙伴。那么我们除了我们平地造林12000多公顷之外，我们另外已经有5个养猪场已经做了沼气发电。那么另外我们也在我们的加油站等等许多地方做了太阳光电系统。我们目前正在规划，就我们的停闭厂区面积都蛮大的，我们来做地面型的光电发电，这个太阳能光发电厂，那这个我们觉得都是非常有机会的。那这是第四个方向。第五个方向，我们希望我们成为土地的有效经营者，从以前的这个善良管理者变成有效的经营者。那主要的，我们土地就不准备释出，我们希望能够持有来作为经营，但是我们的土地其实蛮多，包括几个高铁站区，包括几个那个区段征收发回来的地，其实蛮多。我们也希望说将来能够广征各界的意见，看怎么样来运用，让这个土地变成对台糖、对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的一个要素。那另外，除了这五个大方向之外，我们也会努力在新的一年，也有委员在勉励，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么好的产品，特别是生技的产品，都只有在国内卖，实在太可惜。所以我们也希望看怎么来拓展东南亚的市场，也要拓展大陆的市场。那因为到那些地方去，我们主要的主力产品，一个是保健食品，一个是美容保养品，这两个都需要政府的审批。所以我们也考虑要怎么样克服这个瓶颈，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卖出去。那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效益能够最大化。那我想很简单的扼要来这样报告，等一下有需要的我们再做进一步说明，谢谢。好，有请我们中友林
郑中麟董事长报告。谢谢主席。那么今天非常高兴啊，因为大院今天排了审查中油的这个预算，让我有机会来跟各位做一个整个中油业务的大体上的一个提报。那么由于各位知道最近这个油价动荡非常的快速，那么原油价格的变化会牵动本公司所有各项营运的情形，因此我们对这方面也有相当密切的关注。那么今天的报告啊，我想大概分两个大项，第一项是对于我们当前经营环境做个报告，那么第二项对本公司的企业愿景跟经营展望也做个提报。那么在第一个大项里边，我想长期以来，我想各界都会关注国际石油市场情势的演变。101年到103年上半年啊，在布兰特，原油平均价格都是维持在100美金100元以上。但是由于在这个期间，美国本土的页岩油大量的增产，还有 OPEC 国家改变减产保价的策略，以维持市场占有率为供给目标，这些因素呢，再加上国际经济成长欠佳，导致需求成长跟美元的走强等因素啊，从103年下半年起，这个国际油价就一路下跌，到了今年的1月啊，甚至跌破每桶26美元，造成这个多年来最低的一个低价。当然2月以后慢慢的回升，目前均价差不多是32.5美元。我们展望未来，在一两年之内啊， OPEC 的投资生产决策，还有这种伊朗制裁解除之后，可能会有原油出口的调升，加上非 OPEC 国家的石油供给、全球景气、石油需求成长等供需基本面的这种变化，我想这几项都是未来我们持续观察石油市场变化的一个重点。在国内的部分呢、啊，各位也知道，这个在过去我们本公司维持有3座炼油厂，还有台塑也有炼油厂。那么由于104年底高雄关厂之后，本公司的原油炼量降为每天50万桶，那么加上台塑54万桶的这个每天的炼量，大体上来满足国内的需求是够的。那么由于中油是身为国营企业，所以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之中，本公司仍然持续以提供优良油品、降低成本、增加生产效益，还有提升服务等方面为我们的目标。在企业经营跟这个展望方面呢、啊，我们一直希望公司的愿景是成为涵盖碳勘、油气、石化、高科技、具竞争力的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那么在这个朝愿景迈进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短期以弥补公司的亏损为优先，中长期追求企业的永续成长，并且与国际接轨，成为国际一流的能源集团，是我们最重大的一个经营目标。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有几项啊持续在办理的。第一个是提升经营绩效，本公司秉持品质服务贡献的经营理念，运用新的经营管理观念跟工具，持续的规划我们未来的发展策略，那么建立了许多关键性的指标跟行动方案，以彻底来执行。在今年度的这些重大投资案里边啊，主要还是炼制结构的改变、油气供应的确保，另外在公安环保方面我们也都有陆续有增加一些投资。在持续的这个投资案，我们有天然气事业的台中厂二期投资计划，炼制事业部的大林厂增六及相关工厂更新投资计划，还有大林厂的第3重油加氢脱硫工厂产能提升的投资计划。在新增的部分有两项，第一项是天然气事业部台中至通宵新设路管的投资，那么另外一项是第3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这个投资计划，这两项新兴计划。那么第3个重点在发展石化高值化方面呢，因为政府是推动石化政策量在外质在内这么一个前提，
希望我们中油公司也能够来有效的投资，带动国内石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本公司成立了绿能科技研究所，还有在炼研所下面也成立了一个石化产品组，希望能够掌握关键材料技术，并加强对外合作计划的推广，透过国内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共同开发新的关键性技术跟产品，降低我们对特用化学品的进口依赖，并且协助国内石化厂商试产及研发成果进入客制化少量高值的这种关键产品行列，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那么最后一点，我们是希望能够推广替代能源，配合政府的节能减碳政策，本公司除了例行节约能源之外，加速设备的汰旧换新，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我们并持续的推动生殖燃料、太阳能光电、储能电池、氢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跟运用，追求多能源的多元化。那么希望能够朝向高值、低碳与环保节能的领域迈进，促成企业的永续经营。那么有关本年度的这个营业计划跟营业预算，就附在后面，请各位委员、各位先进来参采。以上报告，谢谢。好。这个目前现在进行询答，委员质询前，原例做以下几点的宣告：每位委员发言10分钟，必要时延长2分钟。上午4点半截止发言登记。如有临时提案，上午11点左右进行处理。那因为本席登记第一位我就以委请这个我们经济委员会的廖国栋廖委员作为代理主席。好，我们请林岱华委员质询。有请邓部长跟中油的林董事长。部长跟董事长一起。林委员早。好，本席啊，还是针对这个管线的管理啊，来就叫部长跟董事长。那今天我们中油在管线的灾害，如果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盘的掌握，还是呢必须靠民众的通报？那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呢，由中这个是我直接先上网站，好，在这个网站呢是经济部公用气体与油料管线灾害防救业务计划，好，在这个网站当中呢有呈现87年到98年的统计。如果是自然灾害呢，有6件，好，到99年以前，好，这6件呢是民众通报，好，全部这都在你的网站上呈现出来，民众通报。那如果是外力破坏呢？外力破坏有2种，一个是呢我施工单位，好，自己发现我用到油管了，我自己就会通报，这是当然就自己会通报。但是如果是倒油的话，那不好意思，也是要等民众通报。我管线破了，因为我要倒油，我必须花管线，好，那也必须民众来举报。所以呢，从你的网路资料当中，外力破坏施工单位会自然通报，但是天然灾害与倒油的部分则靠民众通报。那这是98年以前，99年以后，对不起，你们的网路也就没更新了。因为啊，有鉴于此，你们在99年，也就2010年6月30号呢，公告了这个公用气体与油料管线灾害防救业务计划，也是刚才我提出那个表格的时候的网站。那你这个计划呢，写得很清楚，经济部一灾害防救法第3条等等，您经济部是为主管单位，而你的目的呢，也是呢应有防灾重于救灾的观念，在你的目的当中，我特别用红线把它框起来。好，但是呢，很可惜，本席认为，既然你是要督导，但是呢，你督导了什么？经济部这些年督导了些什么？你的成效如何？为何中油的爆管事故一再的发生？你督导的单位责任了了吗？那这个董事长，您先说明一下吧。谢谢。为什么你还需要人民做通报呢？
谢谢。我想我们本公司的管线啊，全省有7300多公里哈，所以分布到全省。那么这里边在中油公司里边，我们有建制比较完整的这种巡管，还有这一种检测，另外还有一些定期的一些防范的措施，基本上这个制度都在。由于这种管线的分布太密，那么里边啊难免有这一种因为施工、因为天然灾害，刚刚我也提到所引起的这种泄漏的事件。当然我们在泄漏一旦发生，重点是我们有一套快速有效的去处理的机制，好，希望能够把这个伤害降低到最小。就以董事长这句话，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们有一套机制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发出警铃、及时的有人到现场，就这句话我质疑你。我就以这最近这三次，好，这都是报纸有报。那从2015年去年年底11月2号清晨，新北市的汐止区中油14吋的燃料油破管了。然后呢，你们5:20呢停止输油，一切作业呢并未发生异常，但在6:40呢接获汐止派出所的通知，你既然在5:20的时候停止输油了，但是你人有没有到现场？哎，是没有的，你还是要派出所啊要来给你通报，而且派出所是怎么知道的？是因为路过的上班族打电话到派出所去了。好，再来。这个是今年年初，中油出包也是靠通报，在我仁武区本席的选区，你中油6吋的天然气甲烷的爆管，上午10:28的时候，一名路过的台塑仁武厂的民众闻到异味了，怀疑气体呢外泄，报警，所以你才知道，所以有立即，你说你有只要发现了，马上就有一套机制，立即发现，立即发出警报。立即有人现场，但是不对啊，都是人民通报啊。好，再来第三件，这也是我们今年3月22号，我们陈局市长就说中油的管理螺丝掉满地。好，这个呢也是一样，3月20号小港区中油大林厂至2桥油库34吋发生泄油，民众闻到之后，还是里长派巡守队去查看，民间的力量。然后呢，再去联系中油，好，及时通报，拢是假啦，接获报案才处理。那我不知道说这三件呢，共通点就是公安事件都需经过民众的报案，中油接获通知之后30分钟到1小时，你才会开始反应。那民众报案前，中油事前是毫无所悉，任由污染持续的扩大，中油管线有装设及时泄漏系统吗？董事长，请回。我想这个细的部分，我回头请总经理给我。好，来，总经理，你来回答。来，有及时监测系统吗？这个谢谢委员，我简单报告一下哈。刚刚提到中油公司有7000多里的管线，其中内容物有天然气、有油、有这个石化产品等等部分。因为每一种内容物，基本上来讲的话，对于管压等等这个监测。其实我跟委员报告，我们所有的管线压力监测是一定有的，但是委员刚所提到这三件这个状况，其实我当总经理我也在检讨整个的部分哈。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压力的变化没有很大的时候，在整个的这个监测上是会有盲点的，是会有盲点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加强。我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不管是倒油也好，或者是挖破也好，其实我们有很多是自己本身发现的。只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三件，确实是民众通报我们才发现的。所以你承认你确实在管理上有疏失吗？不是，我跟委员报告，这不是管理上疏失，这是不是管理的问题，就是技术的问题。这是本席有去参加，才前几天，我特别跑去看南港的那个展览馆。我们一个智慧城市，其中对于管线，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首长他都能够管得到，包括也有。这个相关管线，但是对一个地方首长，以台北市才呈现的这个智慧城市的规划，当然他们才刚启动这样的实验计划，那他们对于包括相关的油管线及时的通报，包括我的这个淹水，好，这个淹水都还是中央主管了，但是他还是有装相关的监测的系统，及时的在整个数据的回馈上是及时的，好的掌握。
这个云端的时代来临，你告诉我说你这个不是管理的问题，那就是技术的问题。那你管理者有没有见识到说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在这个进步？是。所以你就说你的答案是让我很意外。你做一个总经理，你的管理能力对于与时俱进的技术，你是没有跟上的。当然你不要想说你的人员会不会因为这个技术而做相关的训练、好判读以及之后的危机处理，是没有的、啊。好，那没有关系，我先回锅到你现在的状况。我也在问了、啊、哈，这个你们上个礼拜四回复给本席，我问什么，你们答什么？你们的炼制厂在大林、好中、林园啊，包括这个桃园的炼油厂，三厂之间炼制厂与油库、天然气接收站，好、啊，这永安跟台中港与各配气管。各气站间的主要的管线是如何侦测油气管道来发生泄漏的？那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你们答案呢还是一样？我们的管线的输送全程皆有流量与压力的监测系统哦。但是呢，最后这句话皆能立即显示警报。那在这个文中我也问，中油在全台的输油气管气干管有多少的比例有安装的这个侧漏系统？高雄区的安装比例为何？你们的回答也是一样，本公司的输油管线啊，皆设有流量及压力的监测系统，如遇异常情况，可以立即发出警报。好，我第三个问题在文中我也提问，管道发生泄漏时多久能够发出警报给监控中心？能否测得泄漏点的位置？然后你们还是一样自私的回答，本公司的长途啊，油气管线皆装设有流量及压力的测试系统，而且呢，最后还点出我立即发出警报进行后续处理。这是上礼拜四我问你答正式公文给本办公室，所以呢，你的中油回答是非常公司化，实际状况啊是差很大的，所以部长。全部按照中油来讲，它全部全国的管线，它都皆有流量及压力的监测系统。但是如果遇到异常的状况，管线破裂了，可以立即发出警报。身为主管机关兼督导责任的部长，你相信吗？我举证例例，请回答。那个包委员，我相信我们绝对有更多改进的空间了哈。那这个我想经济部当然会督促中油继续做改善。至于您提到这些案子，我们一定要把它拿作为一个警惕啊，就是说看能不能将来尽量避免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好，部长，我再让您看一个你们的预算编列，你们及时的监控是做一半的，预算就看出破绽。这是你们105今年，好，你们还编哦，补助与奖励。系长途输油管线检举盗油奖励金，你还编了200万，你还是要靠民众检举啊。所以你到底你的设备，先进的设备，现在已经大数据的设备了，那你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的，你的管理到底是在哪里出了问题？我想这个很清楚了。所以中油你第一次的管线爆裂，多起意外都是等民众报案，中油才开始是处理。为何不是民众报案前，我中油就主动的处理？所以在这边啦，本席要求啦，哈，为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请中油将所有的管线安装流量及压力的测试系统的安装时程、经费概况及最近一次的维护及测试报告送交本委员会。今天提出来，您觉得有问题吗？如果假设你的监测系统、你的这个测试系统、好流量跟压热系统，理论上你是今天可以汇诊出来的，是，但是我也来，董事长，您说，对，我想这个委员的咨询非常对，我们会很快的把这些经费概况跟维护的检测报告提交给委员会来审查。那但是呢，是今天提出这些数据，但是你怎么能够及时的发这个预警，那及时的处理？你这个在技术面当中有没有需要更新，以及相对应的你的人员要能够因应这样的技术，你需要做多久的训练，包括这整个的要整个来处理设备跟人力的问题，那你也需要有多久的时间？我想这个部分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好吗？我想你不要让我们所有全台湾人民暴露在你中油管线
没有办法监测的这样危机之下，好吗？一个月，董事长，好，谢谢。以上一个月内提供，谢谢。好，我们有请廖国栋廖委员。啊，谢主席，请部长好吗？有请邓部长。廖委员你好。啊，部长好。我想我们今天委员会啊，其实大家关注的还是这个连续多日啊报载说张景生先生要求你把这个台电原来就已经规划好的啊调降电价这件事情做一个缓议啊，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提议耶。他去的时候，他有告诉你他代表谁去跟你谈吗？或是他带了什么用什么身份去看你，去跟你讨论这个事情有没有？能不能跟社会大众简单的说明一下？因为我们都报委员，因为我们都知道哈，那个张景生张先，他是执行长，他是政策应该是蔡，所以你认定他就是代表未来的林权的院长，或者是蔡英文的总统这个身份的代表人去看你吗？我不这样子认定哈，因为事实上本来交接就有一个定制，是就有一个机制在那边运作哈。但是呢，我想各界对于任何事情有意见的话，经济部还有我个人都非常乐意去听这些意见的。我听了还是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哈，在我的看法。那么今天我要跟你谈的是这个电价调降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知道吗？这个缓议这个公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知道吗？是104年1月16日啊，经过立法院审定通过以后。你讲的是最后，是我们从101年就开始在谈，民进党强烈建议，是民进党强烈建议要把这个试算呢、重新检讨调整。然后经过102年、103年到立法院，经过一整年的这个审查啊，然后开了公听会，然后朝野协商，终于在104年，你刚刚讲的那个时间了，1月16日通过了啊，院会通过这个决议，是他通过决议等同法律耶，是等同法律耶。他今天一个不管他将来是当行政院长、当总统了，张景生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假总统之名、假院长授权之名到你那边去跟你要求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不通，简直是政治凌驾的专业嘛。这个是你看经过了多少的时间、多少人来做了一个电价公示的重新审议，而且立法院通过，他可以他一句话就践踏立法院吗？可以这样吗？然后你还好你没有同意了哈，你还是算是有点guts，该拒绝就拒绝，简直是乱七八糟嘛！这个决策，这个算不算民生议题啊？这个电价，是他应该因为涉及又来了政治凌驾民生嘛？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考？我想不通啊。那么到现在为止，你经济部的决策会是什么？我想报委员，现在经济部的是这样子处理哈这个问题，因为就像委员刚才提到很多整个案子的经过情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还是依照104年1月立法院通过的那个决议来执行。那么按照这个决议已经执行过两次，这个是第三次执行的话，我们预计会在4月1日开始实施。假如立法院的院会能够有会有不做出不一样的决定的话，那么依照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这个精神，我们可以按照立法院新通过的这个决议来做调整。OK，
我想部长，你这个宣誓、啊、基本上是否决的这件事情。今天几号？今天28号。我们有几个月会可以使用？就礼拜五。礼拜五是几号啊？4月1号。刚好就是4月1号，所以来不及了。所以他何必要这样让所有的全国民众难得一个小确幸啊，硬生生的阻止，然后要求你做这样的一个又不符法律程序啊，违背民生的一个决议决策。你要站稳你的立场，你今天是经济部长，就是你要做决定，也不一定要推到这个行政院的层级，因为这个是等同法律的一个决议的，啊，除非民进党要求否决这个法律，怎么否决？我还是没有想清楚，还有什么程序可以否决？无从否决的，啊，那我希望你要搞清楚你的立场。第二个呢，这个张景生先生呢，在1月16号之后，高喊要成立绿能公司，要求由中钢、台船跟台电联合成立一个所谓的绿能公司。当然，我们都乐见，啊，乐见在2025的飞核家园之前呢，能够把绿能产业真的能够发挥到一定的一个能量，我们都希望，啊，我们都希望，我们国民党也说2025能够达到这个飞核家园的想法，但是这过程当中，像这样，张景生先生简直是明目张胆的在维护绿色产业。现在阻止这个电价的降价，就是保证未来绿能产业一定赚钱，公然在维护这个绿能产业。所以有很多业界的朋友说，事实上这个绿能产业请中钢、请台电、请台船，将来就是财团垄断啊，就是一个财团垄断，甚至未来要照顾那个绿色贵族啊，绿能的贵族啊。如果全民听起来，民众的权利在哪里啊？当然你不必回我现在讲的话了哈，但是我希望部长你要坚持你的立场啊。我想这个电的事啊，或许今天大概也不会再谈，因为人事时地物通通都不宜谈了，今天哦，我想大概不会谈。然后现在我要请那个台糖的董事长上来。啊，有请台糖啊，陈董事长。啊，部长好，廖委员好。你知道我长期啊关注原住民的土地的议题，刚好现在我们的未来的新政府呢，强调的这个是世代正义、公平正义、转型正义。原住民在从日据时期到中华民国到台湾的早期戒严时期啊，真的很多的土地都流失掉。那么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从国防部手上的、退辅会手上的、林务局手上的，还有观光局东莞处手上的、退辅会的这些土地啊，我们正在一块一块的来跟他们讨论协商。但是每次碰到你们台糖的时候啊，就非常强硬。你说你是民间的公司，所以你的土地都是公司所有，不是国家所有。那个是蒙着眼睛在讲，蒙着耳朵在讲的。你们明明知道，你们很多的土地啊，是从日据时期的糖业株式会社承接。你知道，日据时期啊，它是殖民政府，把东部纵谷县的很多的平原呢，原来是阿美族居住的地方啊，把阿美族赶走。尤其是二战的时候，说这里要做一个跑道，要做机场，骗阿美族，把阿美族都赶走。所以我们那边原来的族民呢，就四散到台东去啊。结果后来机场有没有盖啊？没有，全部种甘蔗，全部种甘蔗来提供人体所需的能源，
不是飞机的能源，是人体的能源。就后来呢，你台糖啊，全部承接的这些土地，最近我的族民一天到晚跟你抗争，要祭他们的祖灵，都在你的土地上面。所以跟你们谈这个土地的时候啊，好像没有路可以走。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当我们在谈转型正义的时候，我们要求台糖啊，经济部啊，应该就台糖的土地全面的清查，啊，全面的清查。从日据时期那个时候，那个一定有资料的。如果是强迫原住民迁村取得的土地，应该要趁这个时候清理，同时要还给原住民。董事长，你的看法呢？跟廖委员报告，那个土地的部分呢、啊，当初刚刚讲的就是台糖是从那个日本时代的四大制糖会社把它交过来的。那至于那个土地，基本上就是注册主义啊，那就是你跟政府哪谁登记的，那就是他的。那刚刚廖委员讲的这个历史的部分呢、啊，第一个，假如有历史上有资料可以看的话，那个可以来讨论。第二个是说，假如那个刚刚提到有一些原住民的祖灵啦、啊、之类的，那我们是建议由地方的乡镇公所出面来做代管维护。那这样的话，又可以满足他们的问题，又可以不影响到这个主权的问题。你的土地的东西啊，你说把它我土地是我们的，然后怎么样转给别人，这个都会非常的有争议。好在你还是公部门呢、啊，基本上你还是工厂机关呢、啊。你没有看到那个原住民呢、啊？早期被强迫迁村的那些人呢、啊，回到他的祖灵地，在那边流着眼泪，在那边哭喊，跟他的祖灵来对话，说我们的土地被那个国家强占了，那是强占呢，不是合法的授予耶。我们要的就是去清查这件事情，清查这些土地，尤其是花东的地方，啊。好在那些土地都还在你手上了。假如可以的话，能够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条件下来处理，我们都愿意来协助。当然，我们要合情合理啊。是，但是你要先有一个理解，这些土地，尤其是花东的土地，大农大富哦，你们不但是借给这个林务局去搞什么大农大富的这个平地造林。一年给他十几二十亿的造林的经费，却不愿意让原住民呢、啊、跟你要个一两公顷来种植，你不要，你就是要让这个林务局去搞个广大的，没什么好搞哎。跟廖委，这个平地造林、那个、根本就没有效果。林务局他来跟台糖用的地是租的，他来出租的，所以租是基本上没问题。但是刚刚讲的情况，假如有原住民的祖灵，我建议是由地方的乡镇公所出面，那这样的话他来做代管维护会比较好处理，好不好？其实部长这个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像董事长叫公所来处理，公所才不会出面呢，与他何干？他有什么利益？他一点利益都没有，而且还要承担原住民的骂名。他才不会做这种事的，我们试了多次了，你不要把那个这样的话、哦、来糊弄我了。我当立法委员就十几年，我对这个事情非常清楚。我希望我们好好坐下来谈这个事，好不好？好的，好。好，我们有请来，请问各位同仁，上次会议议事录有错误？都没有，我们议事录确认了。有请黄伟哲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邓部长、各位列席、各位首长、请部长。有请邓部长。部长，黄委员你好，请问您啊、哦，这是因为是公共政策，还是请您告诉我们好了？这个张景珍执行长什么时候去找您的？什么时候去找您的？他透过他应该是透过我的办公室还是什么时候去找您的？什么时候去？哦，那个他是上星期五。上星期五、啊欸、上午。大概你们在谈了多久啊？
大概从11点大概12点，一个小时。哦，一个钟头内，那一个钟头可以讨论事情蛮多了。它主要是要求怎么样？就是关于电价的部分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对外宣布4月1号开始要执行下一波的这个新的电价。是。那么他希望我们暂缓执行。它原因是什么？它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新的电价，这个电价哈，如果一直持续降低的话，会跟现在要推动的节能减碳、发展绿能产业的这个方向啊，会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当然会有比较利益的问题了，当然会有比较利益的问题。就是说，当电价化石能源的电价降到太低，那再生能源相对就处于高价嘛，好，那所以说就不容易。这个就不容易推动，我是可以理解。然后呢，我的了解哈，我的了解，他的看法是觉得说，如果整个电价一直往下走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于一般的消费者不是那么的节约用电了。嗯，对了，那么就有就跟页岩油一样啊，当这个天然气也好，或是石油一桶降到40块美金以下，就低于页岩油的开采成本，页岩油就亏损。那再生能源也是一样，当电价太低的时候，大家一方面这个化石能源，就是大家的对于这个再生能源，它所发的电，它的成本就相对于这个汽油啊或石油或煤哦来讲，它的成本就高很多嘛，这是有一点比较的问题。但是重点是您刚刚提到是民众就不会节约用电，对他认为有这么一个看法，对。哦，当然，您怎么回答他？您会觉得说这个电价低，民众就不节约用电，这个命题，还是您怎么跟他回复的？是，我跟我报告一下哈，不敢请说，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免得到时候你被怀疑。是，那第一点呢，我的重点哈，大概就是说，这个因为是立法院通过的决议。修正过的电价公示，那么我想委员也很清楚，您都很多参与这个过程，都参与很多这个过程，所以在去年1月，立法院通过以后，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就执行过一次的这个电价调整，那么那一次当然也是导致于价格的下跌，因为国际燃料的价格一直在下跌，是。那么第二次在10月1号的时候，我们又执行过第二次。那么现在要执行的是第三次，所以因为立法院有这个决议，所以我们遵照这个立法院的决议在执行，这是我的第一个跟张先生报告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说当时这个公示没什么报告，就说明了彼此就说明了，他跟你反映，你跟他说明了。是，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当时在修订这个电价公示的时候，我们是经过一个非常严谨的程序，包括立法院都有很严格的要求。您记得我们那个时候都还有公听会，举行过2次的公听会，委员会也经过很慎密的讨论，那天的委员会时间还开得很长。那么后来再经过院会通过的，所以整个过程，那么是一个很紧的过程。所以说，如果要延迟公告，是在于经济部还是在于行政院？经济部。在经济部，是，这是台电，对不起，这是经过我们核定以后，台电要做公告的。经过经济部核定，还是经过行政院院会核定？经济部核定，经济部核定嘛，是，所以不是院会嘛？不是，所以经济部核定之后，这个台电做公告。是，所以今天我觉得其实我替张景生执行长说一点话了，就是说他的出发点，基本上所谓的民众。这个如果电价太低，民众就不懂得珍惜，不会节约用电，其实也不是坏事。只是问题说，现在的决策已经走到了这个关头的时候，那您觉得其实，经济部所说当初立法院做了决议，半年公告一次电价，可没有说是4月1号、10月1号公告嘛？所以说这个半年公告的电价。在行政作为上，你觉得有没有空间？还是说，当然了，最后是立法院如果说因为这个电价公示委员会已经开过会了，所以立法院呢做一个决策，哈，主决议也好，或者做一个决策来把这个电价委员会哈的做了决议给推翻掉，好，或者怎么样，或者要求重新定公示，那是立法院自己要承担的，没有错。哦，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您半年公告一次，有决定是在4月1号吗？是，他是因为其他加上其他的因素，那么所以因此过去执行2次的时候啊，包委员，
我想大家不管是立法院，不管整个社会，大家都能够接受这种做法。嗯，那后面当然有一点细节了哈。当时行政院是希望10月1号调整，十月一号每年调整一次。当时行政院报给立法院的方案是如此。对，那立法院后来把这个推翻了，对，把那个一年呐、改为半年调整一次，改为半年一次。嗯、所以10月1号那个调整继续存在，所以一年要调整两次的话，只有在4月1号加做一次。嗯啊，所以他当时有这个一个小小的细节在那个地方，就是各种环境搭配起来，那么这样子做，后来这样子执行，立法院也都没有反对的意见，社会大众也能够接受，因为我们的做法就是让它非常的公开透明，那么在适当的时机就立刻对外宣布啊，所以那您这样子跟他反映之后，他有没有怎么说？他的意见是怎样？他所以说他意见是什么？走着瞧。还是什么？对对，所以报告人他在后来我是看他的脸书啦哈、他上面说我有说明他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啊、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因为我尝试着把所有当时发生的事都还原当时的情况，这样子大家比较好做判断啦。嗯，哈、那所以说他的脸书说有历史的因素，那结果怎么办呢？他的就是你们当天你是跟他讲说，因为实质上有在经济部的立场有那个挚爱难行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他的意见是怎样？那我就很清楚的告诉张先生说，这个如果立法院有一个不一样的决议修正或者是更改上一次立法院的决议的话，我们一定会遵照立法院新的决议来执行。是，哎。他没有把我你一直在讲说你的表示是什么，就他的表示是什么？他的表示是说我有权限把这个案子退给经济部，退给能源局。哦，好，就是他认为检讨立法院只是要检讨，并没有说检讨以后一定要跟着调整价格。嗯，双方对于检讨的用意的定义不同。是他可能有在这种他有。我的了解了哈，假如说那检讨是开会检讨嘛，哈啊，开会检讨，审议会开完会，审议会的结论是包含要降多少幅度，都已经包含在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检讨，其实当然检讨的结论可能是调涨，是可能是不调，是可能是调降，是那你需要调涨，需要不调，需要调降，都要有一个背后的根据嘛，是啊，譬如说电价的设算的结果，譬如说再生能源。这个要把它放多少比重到再生能源，影响到我们的多少电力的成本，对不对？所以要修改的是这个部分。好、那我至于说，其实应该这么说啦，现在是有点在这个的情形，我们倒也不是要看某个人的这个，我觉得其实立法院要自己去承担自己做的决定的结果啊、包括我们自己作为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其实当初要求要调整电价，是因为。台电就认为说，电价公司好久没有调整了，哦、没有检讨这个电价公司，因为已经不合时宜了。那我们要求去检讨这个公司，那也适逢、哦、因为之前马总统在油电双涨的时候，也是依据旧的公司调整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在于能源价格已经降低的情况下，那需要再重新因为调整电价公司而来的调整电价、啊、因为这个公司已经这样算，除非你是再去修改公司。好，加入，譬如说加入再生能源发展的成本，或加入其他的部分。好，那要不然的话，依照现在的情形，立法院今天是委员会，明天是院会，可是明天院会的议程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决定了，所以明天院会我不知道还能够增加什么新的议程。如果明天院会没有新的议程的话，下一个就是礼拜五了。那礼拜五就已经公告了，公告除非立法院就礼拜五再做出决议，再来去说啊，这个公告的废止掉啦，或怎样。我觉得其实这部分立法院自己要承担的，但是站在行政部门来讲，你们做了你们应该做的事情，你不觉得？你觉得？我说再问你一遍，你觉不觉得在行政部门你们还有这个检讨的，还有检讨的空间，还有回旋的空间，还有自己行政裁量的空间？以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我没有行政空间了，没有行政裁量的空间了。没有。好，我可以理解。好，那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就。回到了立法的制度面了，好，谢谢部长，谢谢委员，谢谢。好，我们有请孔文吉孔委员。
好，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邓部长？好，有请邓部长。啊，匡委你好。好，部长你好。这个刚才听了两位委员在那边质询哈，今天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就是这个电价调涨调降这个问题啊。啊，那个今天早上可能民进党这边要说明清楚哈，到底现在民进党党团的立场是怎么样啊？凭一个张景生啊来提案说，哎，这个四月一号啊，这个暂时不宜啊，这个调降电价来提案暂缓，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时空错置哎，因为我觉得本席是认为我们经济委员会马英九被骂的最惨的就是水电调涨。那大家好多好多人，每个人都在谈说电价水电要降价，可是呢一直没降价。那好不容易我们在去年一月啊，这个我们通过了一个决议，要调整这个电价的这个计算公式啊，因为国际的燃油价格降低啊，油价降低，那我们电价当然要低。后来是经过立法院的决议，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国民党团也提案了啊。这个也召开一个记者会啊，这边谈说啊，这个民进党不能为了私利啊而牺牲掉人民的权益，所以这个是我们立法院院会所通过的决议啊，我们就应该要来执行。那你作为一个经济部的部长，那你要遵照立法院的决议来做啊，院会通过的决议做，不需要顾忌说啊别的什么党团的压力啊。虽然说立法院现在是民进党的委员多数，但是这个也是我们立法院通过的决议啊。那如果说啊，将来新政府上任之后要推翻原决议，也是还是必须要照这个程序走。那反正现在民进党占多数，怕什么呢？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哈，是张景生本人有去见过你吗？是，他是拿用什么样的职称啊，这个去谈这个事情？我想我们都过去就很多事情啊，大家都有在做讨论啦。那我们也了解他，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扮演很重要的。张景生现在呢哈，他只是一个蔡英文政策办公室的执行长，是啊，他是那将来新政府呢，他的薪资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晓得。那我不晓得他是用什么身份来去见你，啊，然后跟你反映了啊，我们所立法院通过的决议是啊不行的啊，所以他这边谈说，因为降价方案呢没有纳入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再生能源还有节能减碳的目标，所以呢他反对经济部调降电价。那本来经济部四月一号你们要调降电价是9.56%，对不对？这个是史上降幅最大的方案呢，这么样重要的一个决策，凭一个张景生啊就可以到你办公室来跟你反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哈，很明显的这个政治力的一个介入了啊，来政治力的介入推翻了整个方案。所以我建议民进党团哈，我们的本委员会的委员呐 啊要对这个部分呢、要做一个说明，因为国民党团早上已经召开了一个记者会了啊，我们要有一个立场啊，要有一个立场，我们要怎么样去因应啊这个方案啊，这样的一个调降电价，这个张景生这样的一个无谓的一个问题啊，怎么会出现了哈、部长那个是不是可以啊，哎，我找一下那个台堂好吧，台堂是。啊，公务员好，那个董事长哈，是，我想请教一下，你们台糖，用台糖租用台糖的土地的，啊，我们的大学院校，总共有几所？大概有二十几所。二十几所？是，就不止大学院校，就包括有一些中学，大这个学校大概二十几所，就是技职院校还有大学啊，这几个学校嘛。啊、是，那这个因为地价税的一个调整啊，地价税的调整现在有很多啊，不止一所了，有私立大学反映说
他们跟台糖来租这个土地啊，他负担不起这个租金呐、啊。那确实是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年啊少子化的问题嘛，啊少子化的问题。那我之前也为了一个学校召开一个协调会啊，确实是啊考量到他这个学校，因为在台南哈、啊，他这个学校经营的一个困难是啊，召开协调会。所以我觉得董事长你应该对这个部分呐、啊，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哈。是啊，我们私立大学的经营的困难，然后是租用你们台糖土地的，啊，这个租金啊，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啊？要调得这么高，将近调高到50%哎，50%，哦、啊，让这个学校经营非常困难。跟孔委员报告，这最主要的因素大概都是因为公告限制，今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大幅调高。嗯，那我们当初计的租金的基准啊，都跟公告地价。那些有关系是没有错了，但是虽然说你们是推给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像这个什么台南市政府或什么，但是我觉得你董事长你对这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体系一下我们私立大学经营的困难，这个去了解一下哈，好不好？台南董事长要关心一下，我们再检讨这个问题。第二个哈是第二个是那个南投埔里那个福兴农场啊，是南投埔里的福兴农场，它最初的原意。本来是为了因应这个新乐克台风，啊，新乐克台风这个庐山温泉的，啊，这些因为他们的旅馆这个啊遭受这个波及啊，那我们政府是要把它迁移到福兴农场，啊，那本溪又是那边的人了、啊，那我是说我们这个福兴农场，那你们现在台糖是已经同意他们把这个土地福兴农场的土地作为南投县政府的一个旅馆的专区吗？旅馆的专业区吗？没有，他就是县政府做区段征收。县政府区段征收是要做什么用途啊？就是迁村用了，就是让那个庐山温泉的业者。这个不是迁村用了，县政府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旅馆的专业区、啊、是旅馆的专业区。但是这个原始的目的是要安置这个庐山温泉的那些灾民呢、啊？是，所以我们当时行政院是说，我们都有给他们一些迁村的一个补偿费了。那你应该要把庐山温泉的好好的安置在我们福兴农场，那现在县政府反而是说啊，我们要把它规划成一个旅馆的一个用区，要结合我们周边的啊，像什么中台禅寺啦，啊，像什么泰雅度假村，做一个区域的一个观光的。哎，我觉得我们台糖，你这个七段征收这个土地啊，是有配合政府做这样观光的用途吗？还是说有安置先优先安置灾民？那个是，我想主要是县政府当初的目的，台糖愿意把这个地做区段征收，让县当初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安置整个庐山温泉的嘛？要迁村嘛？因为这个人命的问题，所以迁村而需要。那个是最重要的。对，然后后来变成是这个，甚至于台糖转型到旅馆的什么周边的。带动周边的观光的效益的一个计划出来，台糖区段征收应该可以收回来40%的土地，后来我们这个还降到我们大概只领回来，啊、所以我是说我这个可能我本身还是要去深入研究一下，但是最重要是我们灾民的这个权益哈，是你不能影响到了，是啊，不能影响到，不能说只为了旅馆用途，因为到时候灾民我还是要付这个这个房屋的哈。他是要安置，他肯定要盖一个什么组合屋、永久屋，到时候这个贷款，这个我们灾民要自己花钱来买，这个部分我来去研究。委员应该很清楚，这个案子行政院并没有专案的补助，完全由那个县政府来筹措所有的财源，所以他大概在整个调度上也蛮紧的。另外这个是台糖嘛，另外那个，再来请一下中油好吧。好，好，谢谢。国委你好，那个林董事长，那个我之前跟中油要国际，你们中油国际投资油气探勘的合作计划的相关资料哈，到现在为止还没给本、啊，还没送是吧？我来 check 一下，跟马上送给委员做参考。有这个就是你们在美国、加拿大，啊，或者是国外有投资油气，探勘这个合作的计划是啊，这个是不是资料给本席一份？是。那另外哈、啊，另外那个中油这里啊，那个你们东部最大的油库哈、啊，
东部最大的油库是在新城乡的北埔村、啊。对，北埔对。哦，新城乡的北埔村，那里面有十六座油库嘛？啊、是，那是我们在东部的最大的油库。那储存的油量是54.6万吨，哦，虽然不多了，但是它那个地方离那个机场很近啊。是啊，离机场很近。那部长，你先回座好啊。那个暂平时暂时哈、啊，对新城乡都有立即危险的压力了。哦、啊，你那个油库就在机场，这个军用机场旁边。那现在新城乡公所啊，已经跟本席建议哈、啊，希望你们中油的回馈金啊，能够稍微有点提高一点，啊，提高一点，才区区个50万，啊，从250万提高到300万。新城乡乡长，啊，新城乡乡长他是他那边什么都有，啊，有这个油库，有靶场，有这个军用机场，啊，都是军用设施，啊，占领了他这个新城乡大部分的土地。今天你们中油也在那边，啊，这个北埔村呐、啊，啊，他们只希望说回馈金额啊稍微增加个50万，哎，你这300万增加会有困难吗？增加到300万，想。我想回去我们再来检视一下，因为回馈它有一定的这个流程跟办法，那么如果在这个办法里面可以适用，我们来酌以检讨。不是要检讨了，这个我是说哈，你们中油，你们现在中油现在是赚钱了吗？还没，大概预计今年应该可以赚钱。对啊，那我是说针对这个部分，这个地方要求的一些回馈啊。我是希望，特别是新城乡啊，几乎是每一年啊，每一年本席都为了这个事情啊，这个虽然这个金额不多，可是也争取了蛮久，啊，是不是可以，下一次看什么时间，啊，这个董事长或总经理啊，我们去好好的去听一听他们为什么啊希望能够增加，啊，他的理由在哪里？听一听好不好？你现在没办法答应吗？对，我来内部检讨一下，回头来跟委员报告。那么委员如果觉得去现场去看看听听，我们也乐意来配合。好，谢谢。好，我们有请苏志芬苏委员。主席，我们是不是请台堂好不好？有请台堂董事长，陈董事长。苏委员好。嘿，董事长你好哈。我们台糖公司在104年哈。是。我现在手上的资料，因为这个表格是104年八月了哈，八月底哈。那么我就用去年度去年度的话到八月底的这个数字的话，就请教台糖董事长哈。咱的这个一百空隙里头来讲，咱的事业单位有生物科技，有量贩，还有油品、商品行销，还有土地开发，对不对？哈。是八个事业部，是还有嘿对啊，还有养猪业了哈。是那么，请问董事长，想要起低来了解，台糖的养猪业为什么会赔钱？大概台糖养猪最高到去年的八月底止来讲的话，你们是赔了2100万嘛？为什么来赔？我们的养猪总共有几场？那个从前年开始就有小猪下痢的疫情，所以全台湾大概小猪。那就是管理哦。没有，那是管理的问题。不是疫情，所以小猪全台湾大概我们的判断，可能大概死掉了50万。董事长，所以那个小猪没有了，那个后续啊，等到你养大的时候的时候，猪就少了，你的收入就少了。所以主要的去年董事长，你知道吗？你的去年的前年还有你的大前年，你也贴薄就对了，你也贴薄输掉，弄一点了钱哦。弄一点了钱就对了。前年应该小赚一点点。前年哪有小赚？你前年是103年吗？你的前年指的是103年吗？小赚400万，没有1.21，你还是赔了1.21亿，1.21亿，我的数字是这样子哈。那么董事长，请问一下，你全国的饲猪场哈，拢总几场？我们总共有19个养猪场，19个养猪场，拢总几头猪呢？30万，再养头数是30。对了，你们的官方数字的是你也当申请的目标是35万只嘛，是不是？对啊，有没有超养？有没有超养？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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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养，啊，三十五万头那个赌十九场的对啊，平均啊一场偌济偌济偌济头低的噻。因为他有董事长，我跟你讲吼，有些小猪的有些官呐吼，是起低的时候哦，这么吼是婚姻官跟屏东官是变啊，什么人起低吼，什么人上追的对啦。如果养猪业者的话，我就非常的了解。如果那只能清场的对啦，是怎么样？所以你都爱做变细经营，那五千头以上，迄叫做吼经济规模迄一摊。所以哦，恁只贵的时阵。够爱撩钱的对啦，考虑一下了，董事长，我是跟我讲，这个数字其实是什么？不可理解，也不能接受。另外，我们再请问一下哈，在去年度的八月底截止来讲，你们的土地开发里面赚了22亿，是好啊，22亿是碳什么哈？那个土地开发主要是核建案，核建案对，所以也意思说，台糖的土地只租不售，但是可以核建。那么22亿里面的话，核建占了几个 percent？ 你碳这几十几亿？你干了核建是赚偌济的？除了少部分是我们的盖学生宿舍之外，大概都是核建。那跟苏委员报告啊，那个土地啊，因为我们有些区段征收，原来农地后来分回来变成商业用地跟住宅用地。住宅用地假如不去盖，好盖房子，好董事长 ，OK OK， 变成养地也没有道理。董事长，我底下是要跟你讲，恁家台糖的这个土地开发的时候，然后去年都按你22亿哈，台糖会当变做啥？你知？台糖土地开发公司，因为你所有的量贩店，你投资的生物科技，包括你起地都丢了，包括你的包括你的精致农业，你拢了钱呢？你拢了钱就对了。跟苏委员报告。你会当赚钱的部分来讲吼，我念袂听。你会赚钱的部分就是资产营运、土地开发，啊，过来嘞。啊，过来，过啥？过来，过吼，刷糖就对了。你投资拢了钱就对了。跟苏委员报告。所以我要甲检讨一下啦。我们再努力，我们再检讨。好，检讨一下啦，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是要检讨。啊，过来，你的量贩店的群吼，你去年多的群，你拢总了2亿2400万呢。全国五间啦，五间的量贩店。你每年的话都啊，你每年都在赔。你在前年度103年，你还赔了4亿哦，4亿1000万哦。所以你的量贩店从营运到现在来讲，没有一年是赚钱的。没错。对啊，要不要检讨？就检讨了，好不好？董事长，谢谢你，好不好？我们再检讨。那个主席，我请中油董事长，好不好？好，董事长，谢谢你。我跟苏委员报告一句话，好不好？我们现在的努力就是八大事业部，我们要自损亏损一两瓶，将来我们自己。同仁努力，好了，努力了，努力了，好不好？土地的收入就还给股东。目前努力的目标是。董事长，谢谢。有请林董事长。好，中油董事长吗？苏伟，你好。中油林盛忠林董事长。是。好，董事长，你看一下这个表格，应该不陌生吧？好不好？是。好，我们就这个表格里头，就跟董事长，交换一下意见哈。那讲的是讲，那主计表格来看，代数交化的税前的净利。他赚了好几十亿，那中油公司呢，却亏损了330亿，按那对不对？我们从这个表格来看，对，103年。那董事长呢？那么对这个什么台塑一谈，啊，咱的中油拢会料，这是为什么？对，这个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了。有时候中油会赚，但是台塑会赚的比较多，因为实际上啊。本质上不太一样，没有没有台塑化啊，跟中油那这个我很清楚。是董事长，我这么是要讲吼，人事的成本是不是我们该不该检讨？好、哦，还有呢，购料的成本、精简的空间到底有没有？还有设备的那个架动率，是对不对？我同样是怎样代售给寻基，那你想来谈，我都很清楚啊，对不对？是好，那么我们以2013年的例子来讲哦，中油的营收11877亿台币。台塑石化是9313亿，那么我们中油的资本呢是1301亿哦，你个比人台塑较多嘛，对不对？台塑才952亿，中油的用人14787人，台塑化呢5029人，中油的薪资呢费用呢60亿，台塑的三倍，台塑的三倍，中油的原有的炼油量呢一天43万桶，台塑化呢是一天的话是16万桶，哎，这边有没有看出来？他们的产值还是比较高，不，产能比较高了。对，对不对？就账面上来看，确实是这样。事实是这样子哈。对，好，我们再举一个数字哈，中油每一年，然后每一年生产力一年是0.8亿，那么台塑化一年是1.85亿，董事长，是，嘿嘿，董事长爱护经营呢。
对，这个部分因为你刚刚也资料也显出来，台塑的人力只有中油将近三分之一而已啊，所以以每人的生产力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值哦，会呈现出来。对，还有我们中油的稼动率呢，董事长怎么说呢？中油的稼动率是多少？我请这个总经理再补充一下好吗？我就请问一个数字，就是中油的稼动率是多少？台塑平均是 90% 以上嘛？好，中油呢？中油不公布，差不多60%-65%。嘻嘻嘻嘻，所以好的，现在有公布的，中油你们的稼动率是60%-65%。那么台塑的话，平均是90%嘛，哈，好90%的点。后来中油的购料的成本比较高，这一点的话，中油可能是这一点还抢得过去，因为台塑话东西一样了，东西比较俗的。对，品质的油的品质不一样，因为台塑会买、哦、好给你打广告好了，会买这个低油低硫的燃油，从北海那边西非那比较贵的，因为整个炼制结构不太一样。OK， 那么台塑都去哪里买便宜的油，品质不好的油？他们是买中东的油，以中东比中东中油买的并没有比较贵，是的。啊，所以大家加油爱加中油的油就对了，意思是安尼。好，你做广告啊？不是，我们中油的品质就是这个样子，经得起考验啊。哦，经得起考验，好。好，那么中油我们在炼油厂当初的规划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要满足燃料油我们国内的需求的市场嘛，这样对不对？燃料油也是我们主要的市场，对，我们要满足。对，满足我们国内的需求嘛。对。但是这么熬夜炼油厂停工了嘛？是。嘿，啊，这么存都几个炼油厂？现在只有大林跟桃园两个炼油厂。桃园跟林园嘛，哈。跟大林。大林。那么你现在也面对到你的清油裂解，你的一清二清也除役了，那五清也停工，目前只有三清跟四清是在生产石油的副产品嘛，对不对？就是清裂的石化，清裂的石化产品。那以后怎么办呢？以后中油的优势在哪里？对，目前的这个供料还不会有问题，因为实际上在整个需要用进口来补足这个差额，我们已经做没有啊。曹明总经理，台塑曹明的总经理也提到啊。说如果同业之间有欠钱，他可以供给啊。对，所以现在坊间啊，包括市场的话，都提怎么样？中油退，台塑进嘛，对不对？中油有没有怎么样？心有戚戚焉。台塑的这个料，除了供应自己以外，他在国际上他也可以买转卖哈。所以他大概生产的转卖到国外有多少？这个有没有八成？可能没有那么多，他是自用的料，有没有七成？也没有那么多，大概多少？对，详细的国内的需求的话，台塑的炼油的话，供应大概几成？台塑供国内15%。除了中油满足我们国内需要油品以外，跟委员报告一下，中油大概80%-85%都在国内，那台塑大概油品的部分15%出口。那么15%出口，只有15%出口吗？它是不是15%内销？对，所以85%是出口嘛，对不对？是，没错。说中油来讲，站在一个国内来讲，国内的需求上来讲的话，我们不能苛责中油。对，我们是以供应国内为主。但是我们也需要让国人知道，台塑存在那边，其实85%是销给外国的，对不对？只有15%是安那，咱国内需要。啊，但是污染嘞，污染会较赢过恁中油未？对，污染，我想委员的了解大概比我们深。好了。好，最后我要请问一下董事长，中油的优势在哪里？我这么给你看看哈，你也报表来讲哈，你上赚的是多少？你最赚的是哪？董事长？天然气哈是我们定期，因为它是 cost plus 的设计啊，所以你天然气的话，你收入2297亿，对不对？你的成本215亿，所以你每年赚了172亿，对不对？是。所以因为你是独占。目前是独占台湾的市场，不完全是独占，是因为它公司当初的设计就是差不多是有维持一个合理的利润率啊。啊哈，对。那么这样中油在其他的部分，像石化产品，有时候我们获益的这种比例也蛮高的，就看国际市场的变化哈，还有国内外的一个需求。好，董事长，我这么想呢，我是欢乐的对了。我们国营事业的中油未来的优势在哪里？好，目前看起来你们的优势就是天然气嘛。对不对？所以后摆吼，恁家己吼，哪边吼石油，哪边吼原油，哪边劣质，拜托你嘛改做天然气，好唔好？啊，恁都家己进口，啊，家己改做过滤烧煤炭，对不对？好，董事长你也笑了嘛，对不对？你也笑了。我们没有烧煤炭，都是用天然气啊。
你们的裂解都是用天然气吗？OK， 那这一点北西误解。能源需求都是天然气，真的全部都是。所以现在目前桃园跟大林都全部都是用天然气。我们都是用天然气，都用气体燃料。啊？气体燃料为主，并没有用煤炭。好，好，那么目前来共单熬捏一下吼，那些炼油厂这么是停工嘛？啊，董事长，已经关厂，已经关厂了，对，永久性关厂。永久性观察的好，永久性观察啊，以后那块土地要怎么办？那块土地现在跟高雄市政府在提报如何规划利用，需要做污染整治的，我们已经进行了。那么不需要整治的，如何规划，要跟高雄市政府做一个都市计划的变更，才根据国家产业的政策来规划。以后我们中油的总部还有研发中心南迁告那个后面的所在，董事长你的意见怎么样？对总部的这个研发中心，我们已经签下去了。这个绿能研究所就是好几年前就设在高雄。高雄哪里？设在高雄哪里？在我们后劲地区，就是我们的高厂里面。Okay， 好，那中油总部呢？总部的部分，因为现在上一次的委员咨询有一个需要我们提报一个整体的说明，我们会依线提出来。这个部分已经跟部里报告，也跟高雄市政府有几次的说明。好。OK， 我们是期待这样子。既然过去那是一个有这样的土地，啊，不中油安怎？你们要去富裕嘛？是的。好，哦，啊，你们去富裕的话，如果总的核发的，好，哦，核发的公司的这个场地若移到那边去，我觉得对中油的话会有更大的警惕哈，哦。最后，建模姐，咱们的加油站，那你出油草无土壤异化区哦？土壤异化区，我们在全部的。都有做一个全面的检视了。那目前的话，全部直营中油直营的加油站有多少厂？目前大概有三十几个是有在处于液化区的地方，有在处理了，是不是？好，那个资料可不可以提供给本席？好不好？可以。好，谢谢董事长，谢谢。请苏正清苏委员。好，谢谢。来，麻烦一下我们部长，还有我们的中油董事长。有请邓部长、林董事长。苏委员好。好，部长，这个中油的，还有董事长在这边，中油你们的预算报告，这里面写的吗？哈，是的。好，你们写的，我觉得很好看啊。你们说你们要怎么样成为什么中油，包括说。要成为国际一流的能源集团，这您讲的吗？哈，是这个愿景。愿景是，公公我帮我分杯得好，还是实际有在做？啊，有在做，有在做。来，既然有在做，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中油的要成为国际一流的能源集团，您来在下来2014年，您的实际总收入，您哥撩偌济？撩143.49亿，对不对？2014年，这个实际总收入为8490几亿，然后实际总支出8500多亿，您撩偌济？叫你们的税前盈余130亿减少140几亿，对不对？这您写嘛？您撩几嘛？以法定盈余的目标了哈。嘿，对嘛？对。是咪撩几？是。好，拜托回答我一个是嘛？啊，既然拢撩几啊，现在。我要讲的是，你们要打造成一流的能源集团。我们很怀疑，现在油价已经降一年多、一年半有了吧？一年半有。有了吗？有。所以我要质疑的是，你们对油价的预估能力，还有你们对油价的采购、存货管理的能力在哪里？如果这个没办法改善，你那五仔屌被成为国际一流的团队？对，报告委员。对不对？国际油价哈，我们只是一个价格的接受者，没有办法去说嘛。你们都说是价格的接受者，那如果你们只是想说是价格的接受者，那你们怎么样成为一流团队？没有对干人事支出，而且你们给员工、你们的基层这些中油员工，大概管理不善，您处理了不好？对，我想大概不能从单纯从这种盈余来做判断。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有很多嘛，所以不要只留意说你们要当国际一流的能源集团，不是嘴巴讲一讲啦，党你一定得撩级啦，对不对？所以你们到底的症结点在哪里？你们都没有把它名列出重点啦，跟他取功，我要成为国际一流团队，取功的哦。你像人黄伟哲委员，伊要做第一流的立法委员，实际有在拼的呢。你们大家拢讲的，帮我分杯，你们来看。
看人像人黄伟哲安怎在做委员呢？所以我嘛对着人的脚步在行呢，都不是嘴巴讲一讲而已。好，既然讲到这个部长，我上次我来讲新兴的事业中油为什么可以偷跑？法定程序还预算还没有完成嘛？第三座天然气加油站对不对？来，你看我电管线了，你看你的影片来对，我是不是要求你们要做处理？对不对？好，冬天是讲因头走三件，第一件中心工程标语执行完毕了，对不对？董事长你在这边呢、啊？法定程序没有完成，你们已经公开招标，疫情已经执行完毕。我现在叫你们动起来，不要让他动，执行完毕了。万一你们没做，那天我才在讲，上工第一点，你们中油继续做。你们真的是胆大包天呢！执行完毕怎么办？这是第一个。偌济钱？中心工程公司标也4900万，执行完毕也对几人？喂，这个是用这种研发的经费啊，哦、这等于是有一些前置作业了，所以并不列在我们这一次的预算里边。所以我没跟您讲了，您怎么我刚才部长，什么叫胆大包天？这个就是胆大包天，恣意妄为，法定程序没有完成，我进多要心理省呢，多大家在下提案呢？万一来医生不归嘞，损失谁负责？对不对？还有第二件。所谓的影片介绍工程16万多，华视不要看小钱，重点在执行的过程。为什么你们敢这么做？16万多嘛，执行完毕呀、啊。好，还有另外一件，你们撤销公告了，对不对？另外一件，世新工程公司标语，有没有？董事长，你讲话啊。这一件我们是暂停了，说根据委员是暂停，是撤销，不是取消，已经撤销了这案子。好，撤销。啊，伊哪个恁隔壁安怎？你们已经决标完毕了哦。对，这个有跟这个世西妥为说明啊。他们本来我们就是说，只有预算过才这个计划才能进行。好，我现在回顾到第一件里面去。第一件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你们里面的履约期一日期2014年7月1日，代表恁逃走，对不对？以审问进度要被信105年了，你内底到什么时候结束？预估114年，董事长部长，我要跟你问一项啊，履约期日期2014年7月1日开始做，第一你内是偷走，第二伊个期到结束是当什么时候？114年7月1日，拄啊足足10年，一个公告发10年。4-5千万的工课，哎、欸，要5000万的工课，10年，而且挂号一个预估，预估是什么意思？头早无打紧，搁预估你是安怎，拢配合厂商，你要安怎做，我拢不要紧，没有时间期限，10年嘛，预估嘛，部长啊，安尼有含无？这种招标程序可以上网，可以完成，而且是10年的工程，后面什么时候结束？预估啊，就是讲你会当10天，你买当10年，还是你要搁讲的准度上？没有期限嘛？伊若要跟你卡，你要甲发，没有照工程进度行，我都可以，没关系，反正是预估，你也无讲当时也当完成啊啦。这个就是你们中油，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啊，搁想要做一流的团队，您起码得跨得贵。我哪一点讲的没有道理？二委，这个是一个前置作业了，因为不管你是不是前置作业了。新开发案未完成，这个是200亿的开发案，还没有完成法定程序，你们可以偷跑，你们这个都可以偷跑了，你们还有哪一件事不能做？我要的是一个程序，对不对？上次的决议之后，我们是绝对遵照这个决议，对嘛？那如果我不讲呢？不，因为当初是有一个执行的压力，也跟委员报告过了。你什么执行的压力？你在搞我骗？搞你的物件？什么叫执行的压力？进前你怎么做？今麦被政权招，被政权被搞完公一空啊！你得讲有执行压力。搞你的物件有相差两个月吗？要做唔做？我跟你讲啦，有材料做，行政单位哪要做啦？弄个当铁渣啦，对不对？但是要完成法定程序，唔是你还没完成法定程序，你得逃走啦。我今天要跟你讲，你们要打造一流的团队，这个就是方法吗？不是吧？所以我要跟我说，不要太胆大妄为啦，恣意妄为就是这样啦。当时你有当作是我跟你口梗，你说我在污蔑你们啊？有没有？有没有污蔑？
啊，报委员，这个是我们在前置作业不得不。我要求的是你们要移送，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了。我待会时间的关系，我待会再来看看。保定王，我有谈过，你们到底怎么做处理了没有？到时候我们再来算总账啊！啊，好嘞，那个董事长，总之你们请回来，台长董事长，董事长，保定可能另外站起来了。是，这东西让你国营事业了。您即马趁钱的部分是伫对？你们赚钱的事业八大项目，熊探几个底对？哦，赚比较多的大概现在是砂糖。砂糖后来啊，一路嘞，起第一嘞，续值嘞，都我手底稳稳讲，目前是小亏，小亏，小亏。啊，你但是你拢预估会大亏，拢会了一外。啊，了钱生意无人做，啊，咧起底用嫌甲臭晒，你要扣底晒，煞扣到底捞晒。啊，既然在了钱，你是做要创啊？啊，过来对红梅。即马分林甲屏东咧咧输赢，讲看上讲啊，对一场恁台糖市较侪低，啊百姓抗议的，逐场侪人抗议，对不对？是。啊，预估当年了钱，人别人的产业在趁钱，市底也在趁钱，今年的市底大家嘛笑嗨嗨在趁钱，多啊恁了钱。低价好，虽然你顺讲底下在闹赛利息，人别人嘛是各当富养了，搁趁钱，啊恁拢无在了趁，啊我咧怪奇怪，个人事业拢袂趁钱，出伫对。是，对不对？那既然明年都要预估一个料一挂，安尼规矩的关关也蛮个饲啊，啊是关起无饲个料愈济，因为爱饲这样子的员工，是不是？跟苏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这些养畜殖场能够损益两平，至少同仁的努力能够赚。我知道他们很努力啊，但是怪奇怪啊，我伫庄卡大家走，大场饲猪的干忙，大家嘛赚钱。但是你若当有理由讲，底下因为有利息，底下今日顺起顺了，但是人只能谈呐。啊，你个再大规模袂当谈，对不对？跟我们报告，台糖的养猪有几个会吃亏的地方？第一个，你若介绍袂比人较低，员工的薪水会比较高。第二个，我们的养猪费非常的规矩。那第三个，规矩的规拜，还要配合政策。当时对吧？如果你讲到规矩，我就有点不大高兴了。是，头脑比赛嘛，拢恁啦，人控伊啊，拢恁啦，臭味啊，恁啦，因为恁的猪场介大啦，一只猪啊是六个人的，一只猪是六个人的排泄量啦，对不对？没错，没有错嘛。是，所以你刚才你屏东偌济，你分林偌济，不要去掩饰这个，无可能讲你拢标准的啦。你谈到你讲这句话标准的，你来负责任吗？我跟你讲，我叫屏东的环保局单位同意24小时站岗。你若有在条符合标准，我才输你啦。市底下有在条符合标准，都爱讲无可能啦。所以地方的声音来听到啦。是，我都真的是讲坦白话啦。我们现在已经设了5个沼气发电厂，就是啊，即马屏东咧控伊，唔能控伊假，拢控伊新生诶。那个大概还没有设好的，哦，好，你敢讲啊？无，你讲还没有设好，所以我们5个已经做了，所以不要讲这样啦，董事长。好，你们畜资部来资产。是，恁哦，唐雪电刚咧讲啊。本来是嘛是接管日本的嘛，台糖公司本身以前没有财产呐，拢是包干，不管是日本人留落来，还是当初是日本人占领台湾人的土地来转给恁，所以恁台糖做大地主，我讲的对不对？那个是完全是日本那个武志直道先生捐出来的钱。对，那是唐协，那你其他土地嘞？恁台糖生意有在落这些土地，土地从哪来？就是承接日本四大株式会社的。啊，日本的土地安怎来？日本来找土地家己来哦。所以我要讲的是讲，董事长，将心比心，你刚才有回答苏委员，还有其他委员的话，廖国栋委员，恁这個土地拢是台湾人民的，但是恁即摆因为讲你是民营公司，恁用董事会关系造成台湾人民足济人，伊出去跟加的，我不要紧，我祖先唔捌去，我互恁强占伊，我苦水往肚里吞，泪水往肚里吞，但是即摆甲恁买，恁拢讲啥法令规定？恁即摆有一个规定，董事会88年。8月20几号，您当时有规定，迄阵呐强奸二上占用户违有契耶，恁来当我租对不对？是，但是不能买，对不对？占用变成好變成，如果你们真的将心比心，董事长，我需要你一个承诺，我替人民公维，我念太济。国有财产法82721，82年7月21号，可以根据国有财产法规定，会当去承租，会当来卖。你们应该也要想办法做出这个决定。来给台湾人民，因家进前祖先留落来，给恁客伊的土地，伊88年的底下起厝，进前恁会当查出来啊？有航照图，有
有水电证明、有户籍证明可以佐证，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们也可以购买？我们在努力，这个数位的很清楚。你别当干工在努力啦。我们已经开始有案例在做嘛，就是这个地方有争议，那因为地是台糖的，房子是他们盖的，那将来他们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几十年他们没有办法改建。是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些历史的问题，我们来。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第一个案子在董事会通过，那么希望他们要买的话可以买。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要用市价买是。要用将心比心呐、啊。是。阿林哥讲的，有个用市价啦。我哪有够奇怪？只好这样子。那什么只好？所以我要跟你讲啊，恁拢徛伫恁的立场，恁的名称在土地拢唔是恁的，但是无当法律煞规定变作恁的。恁即马要卖，要讲市价卖，或者变成，你敢查偌济偌济乡亲万代？这个明明阮祖先底下放好完的，对不对？苏源刚说，我们明明知道那个地不是我们的，这点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地是台糖的。啊，你咧讲个笑话啊？无恁，我讲真的啦，不好意思，主席，我该回一个。恁台糖有在了，要台湾叫你坐土地，你咧搞骗，你咧讲从日本时代接收日本株式会社四大会社土地，日本人的土地拢会当为空运过来呀？日本人是甲台湾人买的吗？我要讲的是将心比心，好好的去了解时空，会当退百姓心，退百姓心啦。啊，恁把行八大事业无一人趁钱的，上高趁钱上卖土地啦，恁今日啦，那不是卖土地趁钱，恁台糖官官会刷啦。跟苏文报告，卖土地其实不是看账面上那个赚钱。啊，不利用上海探景，因为他董事长已经交了多少年的地价税，好啦，我时间到了啦，管理费都没有算在成本里面。没有啦，我只是还是要反映那件事情啦，多替人民想啦。是，您这土地会当人啊，不是白白啊，要叫您赏啊，无啦，干阿公您会当放宽法令解决民怨啦，这是台湾所有目前的角落发生跟您台糖土地问题。目前我要的是这样啊，目前是这样。对啊，啊，好好的去替人民想，莫干阿建工，我董事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啊，这人也不用做董事哦，叫我来做啦，我来决议给您看啦，真的啊，是，我若今日讲决议讲好，这给台湾人民会当好阿伊买地，这是解决民怨，莫当替您收集啦，啊，不是建替拢替到董事会。对不对？哪里不公平啦？决策单位是董事会。不对啊！哎呀，当时哦，董那个部长，哎呀，当时哪边走鬼卖走啦？我今天讲真的替人民想啦，因是替啥在想？莫名其妙，我真的讲实在话。但是董事长只有最后一句，要真的替人民去想。是。人嘛，不是去家要给恁分倒，要给恁买，安尼敢无理？我们有这样想才会去解决嘛。对不对？但是是要符合你们，我是建议要去好好的去争取，要去建议，要去赶快通过董事会。当然我知道董事会要去处理，但是真的是拜托你们了、啊，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苏委员。好，我们苏委员讲真的是民怨哈。那我们有请徐又明徐委员。有请部长哈。有请邓部长。也有请台糖董事长哈。有请陈董事长。对，徐委员好。部长，董事长好，好。那个主席哈，各位委员哈，各位长官哈，各位媒体先生大家好哈。这个我想请问台糖董事长，你们总部在哪里？目前在台南。在台南哈。是。那最近这个高雄有个要求啊，希望中油总部迁到高雄去哈。那部长这边有个回应啊，我是在媒体看到，部长搞不好可以澄清一下。部长说，国际性的能源公司啊，通常都设在首都啦。好，那部长你可不可以讲，前十大能源就石油公司，前十大石油公司有多少总部是设在首都的？我可能要请那个林董事长帮我一下忙哈，有请林董事长。就是十大世界上十大前能源公司，前十大。因为照部长的逻辑是这样啊，这些大的石油公司哦，一定都设在首都的啦。我想这样子，那个报委员，我这边可能我要跟您告个罪哈，应该是首都或大都市啦。首都大都市啦，哎、欸，就是大都市。那你有没有资料？首都跟你手上没有资料嘛，对不对？你手上没有资料嘛，对不对？所以你信口开河吗？不，没有，我不会信口开河。你手上有资料吗？那是中油告诉我的。中油告诉那对董事长出来讲，你跟部长怎么说的？对，这里边哈，我想国际石油公司就像董事长，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了，这是我整理的资料。好，前十大五家在首都，五家在不在首都啦？大都市，哦，这个
各位看到几家康菲公司，雪佛兰，一个在加州，一个在德州，最大沙特阿拉伯也不在他的首都啊。我的意思是说，也有设在首都的，也有没设在首都的。对，部长以后出来做这个 argument 的时候，把资料找清楚。部长又讲一个话，他说要迁也不一定要迁到高雄啊，因为桃园有炼油厂啊。对，我想在跟委员报告，在像这里边列的以外啊，像在大陆几个几大石油公司都是在北京。好啦、啊、我们不讲大陆啦，大陆等一下我再跟你检讨哈。是，那另外我想桃园、高雄、大林，你们最重要的产能是在哪里？是在高雄地区吧？炼制跟是不是是在高雄？是不是？是的。我想请问台积电的总部在哪里？这个我报告官委，我不台积电你不知道在新竹，所以他每天要看的厂房。你是制造业，你的总部本来就应该设在厂房旁边。我是说，如果部长不想把中油总部迁去高雄，找好一点的理由，但是找资料出来。跟委员报告，这几家设的都不是在厂房，即便是我知道 是这个至少 ExxonMobil， 他完全那个地方完全不生产石油了。不，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你是在高雄，你让高雄老百姓觉得中油是跟高雄老百姓在一起嘛？气爆的时候，中油董事长从他窗户就可以看得出去，到底高雄被炸成什么样子，台糖都可以迁到台南去，中油就是不能迁，中油就是这么高贵，一定要在台北。下一个部长，这是第五次质询了，我那时候一直要跟你要台电跟对岸中和工的这个所谓合作意向书，你知道台电到现在第五次质询了，还不肯拿出来，这是你给我的啊、哦！你们经济部所谓和平利用核能技术合作意向书之效力及事法性研商会议记录，这个我很感谢你拿来了，可是台电他跟对岸签的合作意向书就是不拿来，什么时候可以拿得到？一定要政党轮替吗？一定要把所有事情说五二零以后你们再说吗？鲍委员，我这很抱歉哈，那个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台电的同仁可以帮助我回答这个问题呢？有了，他的国会联络人就说：“哎，委员，对不起，我们什么经济合作保护什么，就是不能给你。”我想说，部长的承诺，一个国会联络人来承诺吗？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些双方的这个诚信的问题。那你不要讲了，我已经听五次了。那个我，我这个会期如果没有追到，我真的觉得我愧对啊。我们台湾老百姓、台湾的选民要遵循解密的所有的程序完成之后，才能够给您报。那什么时候可以解密完成？要五二零之后？我们正在这进行之中。我觉得啊，台电一定要认知到一个事情啊，你跟两岸之间这个事情啊，绝对不是你们公司的事情，不是商业机密的问题，是人民对政府信任的问题。我现在要问中油。你们自有油源不到5%，是那为什么自有油源很重要？自有油源通常是一个能源安全的一个指标，对，能源安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自有油源去合作的对象是希望这个合作关系可以持续的嘛。是，你们海域这边有两个案子，都是跟中海油合作的，一个是台潮案，好，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十几年了嘛。投入了数十亿基金，数十亿的投资，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好，那请问台潮案还要继续吗？我看你们的预算书里面是还要继续啊。台潮案又延了一次，还没有到期，目前还没有到期。另外，你们又开始有个台阳案，也是跟中海油。是。好，请问中油公司能不能解释一下，是不是在台湾附近海域的这些探勘一定要跟中国的公司合作？因为它是在海峡中线附近的、啊、这个海域，所以是变成，所以不可能跟日本公司合作，不可能跟美国公司合作，一定要跟中国公司合作。所以在台阳岸，我们有引进第三方。我看到有法国的公司嘛？对对，未来可不可以往这个模式走？你也知道，台湾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对岸，就你在增加你的自有油源的时候，是跟对岸合作，对不对？如果对岸没有这威胁。自有油源是不是那么重要？搞不好不一定可以讨论。差不多都是有国际油公司去探寻，并不一定是只有锁定单一对台潮案啊。而且台潮案更有趣哦，这家公司你们合作成立以后，
总经理跟财务经理是双方轮流派的，就是一个总经理如果是台湾这边派的，财务经理一定是对岸派的嘛，对不对？这是合资契约里边这样的一个规定。我的意思说，那你知道中海油的 reputation 是什么吗？你知道中海油那时候越南在访华反华华人的时候，就是因为中海油把它981号专油平台，哦，搬到越南的这个所谓专属经济海域，引起越南大规模的反华暴动，结果台商倒霉，牵扯到1100多家台商，100家台资企业遭到波及停工。这是2014年的中海油在南海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也很清楚，这是跟他们填岛、造岛之外，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把这个专油平台运到他们这个宣称他们宣称的海域里面去。董事长是啊，这样的公司我们要继续跟他合作吗？不，因为在大陆啊，中海油是海域专摊，它是主要都是负责这，就只有这一家可以合作就对了。这一家是我们被绑死了，没有绑死，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其他的部分通常我知道你们要跟他合作，故意探勘的。好，你2016年的时候，你们还特别去谈，哦，要强化这方面的合作。更有趣的是哦，中国放话南海油井一定要打成，而且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中海油的时候，台湾就紧巴着中海油不放。南海是这样子，那请问未来南海勘探一定要跟中海油合作吗？目前我们在太平岛附近的这专滩都是我们自己在做，跟几个学研机构，并没有这个。所以台湾海峡中线一定要跟中海油吗？这是两岸的默契吗？这个是你们有什么密约在里面吗？这个是由于是海峡中线，它有一个海域的重叠的部分，啊，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安排，哦，并非说每一个案都是锁定哪一个对象。部长，我知道你们公司有你们的这个，可是国际现实的政治就是它是我们最大安全威胁。那你要增加你的自由游源，你又去跟我们最大的安全威胁合作，就算以后你探勘出石油来，以后你能不能用得到，也要看对方脸色嘛。对，包是不是？对。自由有眼，这个是不是对？台海只是其中一个案了，啊，我们还有许多。我知道，因为这个案子很不成功嘛，你们最重要都是国外的合作案嘛。可是我要问，有必要跑去那边挺“一带一路”吗？好，哦，这是你们合作创新合作模式，促进产业融合。2015年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纪要。林董事长蔡同主管，好，跟 PetroChina 就中国石油嘛，哈，代表会谈，好，合照很高兴，一带一路，好，优势互补，共存共荣。请问这是中油的立场还是经济部的立场？包文，这个一带一路中油并没有参与，这个是在峰会下面有一个这个小组里边有一个项目是由别的机构在负责，并不是中油。好，董事长，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把你的自由游源都放在对岸手上，我当然知道你有其他的，可是至少在海域这一块，你都只跟中海油。你在南海可以自己独立探勘，你在海峡中线一定要跟中海油。不，跟委员报不见得，我们在我们的台海，还有找加拿大 Husky 替我们做专摊，所以好几家公司，我知道，可是在台湾海域附近的，是的，是不是一定都只能跟中海油？这个倒没有这样 的一个立场了，啊，所以我们还是有找许多国际公司，像 Husky 就是一个加拿大公司，那他有可能来台湾海峡探勘吗？已经在做了，已经在做了，对，未来可不可以承诺？只要是台湾海域附近的，绝对会有第三方公司，甚至第四家公司，而不是只是我们去看。对岸的脸色，这个不用，我前面讲得很清楚嘛。对外招标，如果你在台湾海峡真的探勘到石油，你这时候还是要看对岸的脸色嘛，对不对？它不算我们的自由游源嘛，它是不能确保的嘛。好，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嘛，这个是依据合约做的，合约都是谈出来的，并没有一个预设的立场。请委员不要误解说有只有一家，其实好多家都同时在进行。不，好多家，我前面找到你海域这边的，回到前面那一页，海域这边就这两个案子啊。对，这个就是台潮案跟台阳案啊。没有错。台阳案连动都没有动，对不对？对，因为对岸不肯嘛。
台阳岸它的这个操作人是 Total， 不是中海油。我知道，我的意思说，对岸为什么不准？你们的关税问题是什么？对岸的关税机构为什么有意见？那你们台阳岸有在进行吗？台阳岸现在就有这个案子在等待对方那一边的一个。哪一对方是谁？中国嘛？就是中海油公司那边的回应。所以到底能不能进行，全部要看对方的意思。台阳岸之所以拖到现在，是因为对方不肯。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有一个程序的问题，不是说不肯。那么Total已经是谈好了，由他们来做经营人，这个很清楚。董事长，合约的话写的，因为主席已经站起来，我只一句话了。我们台电跟对岸有密约，我本席问了五次，院会质询、委员会质询，到现在看就是看不到，连520之后给你看了都不会讲。那我们中油，台湾附近海域的合作案一定要跟中海油，对方如果肯，你有机会；对方如果不肯，像台阳岸到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然后你要一直跟我讲说没有，这是因为海峡中线，台湾的自有油源，你要让对岸来掌握，要让中国来掌握吗？这个、你要与狼共舞吗？好，谢谢。啊，是，谢谢。好，我们向大会报告陈明文陈委员执行完后，我们就进行临时提案的处理。好，有请陈明文陈委员。好，主席，我们请部长。有请邓部长。还有这个两位董事长，好不好？两位董事长好。车员好。好。好，部长，这个 我想请问你啦，这个到底我们国营事业的这些董事长，到底你们这个在评鉴他们是以这个绩效制呢，还是什么，还有什么制度，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到底你们这几年，你到任以来这几年，你们对这些国营事业的董事长是怎么样在对他们进行考核评鉴的？绩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绩效是一个重要的，绩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希望期许他们能够配合那个政府政策来推动。是。那如果说像台电啦、中油啦、台糖啦这些董事长这几年呢、这几年的表现呢、你们认为他好不好？从绩效的角度上，我想都尽了力了啦。我可以看得出来都尽了力了。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的评鉴是绩效制的，是靠山制。我看他们这些董事长都有部长可以靠山，当靠山呢。所以我感觉讲吼，因真正稳坐泰山呐。我是觉得这些董事长譬如说台糖的董事长也好，或者说现在我们的中油董事长，或像我们的台电的董事长，尤其我印象最深刻的世元祥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啦，但是林盛忠董事长跟黄正久董事长，好像你们都是他的，任内派任的，对不对？结果你来解戏当，中油的解戏当，啊，台糖的嘛解戏当，人安尼即马世元祥在招一队，招一队啊，招一队，伊即马是中兴社的。当属定哦，对啊，不过也不知心的一定要做鱼缸的，做什么心都敢，有没有知心都是一样。我的意思是说，部长他已经早早下台了啦。那董事长像中油的董事长，像台电的董事长，因安尼做个较久哦，弄安尼安然无事哦。我起码先讲台电的就好了台糖的啦台糖我看起来原来四大公司我那一天还跟你赞美说，好像你没有亏损，但是我细看一下，我们的八大行业好像全亏呢，全亏啊，不会的，不会的，全亏呢，怎么不会？八大事业部，我还给你省来哦，你每年哦，大概这99年到105年了哈。大概你99年上任的嘛，没有错吧？哈，没有，我102年上任。102年上任的哈，那这几年来，我看大概。八大这个事业年年都亏损，平均总共加起来六年总共加起来大概亏损了76亿，平均一年大概拢10几亿啦。当然我甲看
我甲看吼，我看量贩嘛了啦吼，油品啦吼，砂糖啦吼，细柱啦、精柱农业大概都是亏损。跟陈委员报告，我们最近有进步哦。不，我是咧讲吼，我不都属于亏损嘛吼，亏损嘛。我唔知道你当时有进步啦，但是我数字因为我是做你外员俩，我唔是恁台糖公司的员工啊，所以我无得细看啦。哦，董事长你注意听，部长你注意听啦吼。所以我咧讲的意思是讲，台糖这个行业吼，这事业吼，大概唔用做想，但是我也看下来。下一张，我看哈，好像你的土地哈，你也看，我也看看你多安尼哈。你说一百年，哈，一百年，哈，土地卖了赚了43.7亿，多年你的盈亏，你的盈余的你那一年是52亿的盈余了哈，都好像土地收益就赚了84%，所以也就是说，我平均看起来哈，每年都是60几%、40几%、50几%。就我们的土地收益是占了所有的哈，你的盈余的哈，可以说是大概都是50-60%以上了哈。也就是说，看起来我们台糖哦，基本上讲起来就是哈，卖土地了哈，卖土地安尼，然后卖土地了。但是我跟你讲，哈，今天我不爱和你讲，但我相信未来哈，520以后，我们会进一步来了解一下。哦，我是觉得我们台糖贩卖土地都有问题。好，我是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进一步哈，要去了解的，好，要去了解的，好，甚至于我们希望减掉能够深入去调查的，好，我想这一点我要特别在这里，我今天手边哦没有详细的资料，土地大概都是征收的收入了，啊，没有，我们不能卖不卖土地的，你们是有在卖土地的了哈，没有，所谓合建，除了七零地，合建就是卖土地了，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都是有一些问题所在，但是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其实我了解到的哈。台糖其实这几年来了哈，事实上，因为今天是大家过来要审查医生了哈，啊，那我也要在这里哦，等于对你们台糖哦这几年来的一个表现，我们等于做一个总结了哈。我想未来新政府上来以后，当然还是会面临哈一些这个问题的挑战了哈。但是事实上这些问题哈，事实上一直都存在。哦，在过去的你们所经营的。台糖公司八大行业，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为止，拢无好过，吼，拢无好过。吼，啊，当然你的土地吼，到即卖为止，大概安尼卡瓦过吼，台糖的看起来，吼，还是好像吼，在这个盈亏的数字上还是可以吼，损益平衡的吼。这一点我要在这里啊，跟你吼做一个检讨。好，接下来当然就是中油了吼。今天主席吼，今天一下子排了两个单位吼，所以吼，这时间是拢足无够用的吼。敢那一个中医会吼，实在讲吼，讲半点钟都讲袂了了，对了吼。啊，但是哦，事实上我就是刚刚就要讲，我说中油吼，当时长，是，你安尼做四档啦吼，水兄，几年？啊，三年外，啊，未，刚未四档啦吼，快要四年了，很快了，真的。当年你要上台的时候，我们对你坦白讲都有很大的期望，但这四年看起来，事实上你的绩效不是很好，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承认了哈，没有错了哈，我们不要太给你太多的苛责，但事实上，你中油公司这几年来，我不了解说，谁能做为谈，谁能他到底是关联起的对，谁来安尼了这多？啊，那么总安尼，为到七年到一百公顷了1000多亿，啊，那你的手龄了600多亿，好，哦，你说你的手龄都了600多亿，啊，谁那也了遐济啦？中油，啊，你了遮济钱，了中油是寡占的事业呢。讲起来先，这讲你干那为干那所有干那大数和你有竞争尔呢？啊，剩咧安尼是拢需要你咧做，安尼的时阵你有法度安尼的时做了遮济钱，迄那一般。我看私人公司唔多早就叫你等于食家己啊，但是我不了解部长为什么他当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董事长啊，亏了那么多的钱，你们都还一再的容忍，原因何在？部长，你是不是让简单给他讲一下？是啊，那到底是啊？你讲这公司要总是有绩效的这个考量吧？啊，他每年都在亏损呢，而且亏的数字不低呢。啊，油价啊，油价上涨你哪料，下跌你哪料，我不了解原因何在啊？迄阵啊，内心哦，97年前哦，油价动涨，老师了遮济，但是浮动汇率以后，你嘛是了啊，结果你啥啊？你了遮济钱，经济部一点关系，一点态度都没有吗？部长啊，绩效为什么啦？反正这讲做参考啊啦哈，对社会交代尔啦，对你来讲来。
哎，以前绩效因为国营事业拢有一个，它有一个很先天的限制了哈，有真侪政策任务，哈，啊，伊真侪代志拢爱考虑到迄落政策这个部分，所以讲伊嘛无法完全叫猎狼实在是太好，哎，太仁慈，你看都不敢苛责。但是做烂好人呐、啊，你真的你当烂好人，你做保定都无像保定，对不？像中油台电呢，即落讲较起来，伫你的手里呢，对不？逐年在了钱，我看你唔捌去啊，叫来讲一句啊话啦，有没有？你从来没有去检讨过哦。我带来去讨论。哈，我看就是没有呢。这一立完的主旨很简单，就是从数字啊，我们看数字讲话。哦，事实上，林董事长，你会不会觉得愧对台湾人民？会对立法院，我晓得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说，阿力，你经营了这几年，竟然中油的亏损这么大？对，每年这些亏损的背景，我们都会跟经济部、跟国发会啊去做报告。他每年都亏，但是如果是委员就这种上面来苛责，我们责无旁贷，是确实是亏损。但是要了解亏损背后的几个原因，大家比较能够理解说，在国营事业为什么会在一般的油价跌的时候要亏损。我们真的哈，如果不是你中油的员工，我们也很难理解，说里面还有苦衷呢。欸、我真的无法理解说中油的这间公司国营事业条件这么好啊，要寡占事业啊，说你说 你经营 这几年你还在亏损，说你们有苦衷，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呢。不，中油公司的还有理由吗？股权都是国家的，并没有民间的股东了，都是100%国有、嗯、但是呢这里边、啊、我们亏损的其实只有油品亏损，其他都没有亏。那为什么油品会亏？这个可能我可以跟委员做详细的报告。其他的我们探勘转投资还有其他的非油品的事业没有亏损。你转投资都赚吗？赚钱是赚钱的。你转投资我看起来你那个中美合也亏损啊，你单一公司亏损啊，单一公司没有单一啊，你全部加起来的话你的台药也亏损啊，对，不是吗？对，还是赚还是亏损啊？你不是说你不你只列亏损，你不会你不会刚跟我讲、啊，如果你把全部列出来，就不是这个数字了。啊，但是你跟我讲的，你转投资总共几间？是诶，有现在有17间。啊，对啊，有17间啊。基本上我起码我来念有3间拢亏损啊，没有错吧？啊，你都找这3间亏损的当然嘛亏损，啊，你也找赚钱的来倒都无同款啊。啊。安尼你的意思是啥啦？是？无啦，亏损的是不应该。全貌，赚钱的是应该，亏损的是不应该的意思。不是不应该了，因为他有他的背景，啊、我们都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亏损、啊。但是整体来讲吼，转投资并没有亏损。总你也像讲你这三间啊，嘛拢当年亏损呢，当年亏损呢，当时你到底什么啦？因为中美和他过去赚过好几个资本。我保证无甲你，拢无甲你苛责嘛，无咧甲你追究责任。有啦，我甲你看看，你这边这亏损的公司，你嘛无咧追究责任，你嘛是这拢我讲拢政治任命的啦，没有错吧？对，啊，这些都是政治任命，没有错吧？不能够董事长都是政治任命的啦，好，没有错啦，好。也不是这样的，差不多是拢安尼啦。那我了解起，钟美和是谁？董事长，钟可是谁？啊，这都是我们公司派出去的。没错啦，所以我甲你讲的意思就是讲，中油坦白讲吼，没有绩效的观念啦，哦。我们有只有政治的观念，当然有绩效的观念，完全拢是安尼咧处理。中油的了1000多亿，部长唔捌讲一句话就对啦。哎、欸，到今嘛为止，我是觉得吼，真的刚刚讲的，你说油品讲这样，油品迄个了几年，啊油拢恁咧卖，啊恁咧卖，对不？啊和因为油品它有一个价格的公式在那边啦、啊。价格公式它里面设定的就是有这么一些因素会产生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成本是高于售价。它为什么成本会高于售价？是因为它的设计就是、欸。油是在你在买的啊，为什么会成本高于售价？但是我们售价、啊。我们有浮动油价的一个计算公式、啊。就是因为这个浮动油价才有这个结果嘛。啊对啊，啊你买了原油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直接向期货商品，我们可以进货的啊，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避险的、啊。你们有没有做啊？详细做个报告。我只是。你也可以详细报告、啊、但是我是觉得我们都无法理解中油的是怎样在你的手里当年料料这么多啊，料还没事情啊，现在把这个烂摊子说要搞新政府这样，这一点我是到这为止我都无法去接受的啦。部长真的要对台湾人民有一个交代啦，刚好像你这样在说
安尼的时，搁安尼才仁慈，搁才软心，搁连安尼歹听话都唔敢讲。啊，事实上，台糖也好，中油也好，这两间公司，事实上两个公司有没有真正的用心的努力的去经营？没有呢，都没有呢，真的都没有，连一点哦绩效的观念都没有。我是觉得非常的遗憾呐。我只是今天哦，我们要在这里哦，不管是我们审查这个预算有没有用啦，哦，讲起来先，那都已经到五月去啊，吼，哦，我是觉得哈，包括刚刚在讲的，像第三接收站这个工程，事实上连一点哈这种预算法的这种观念都没有，所以竟然可以提前去做发标的动作，这一点真的实在是哈，让我们都无法去接受的。啊，时间到，好，那我们现在啊处理临时提案。好，请宣读。在宣读期间，那如有需要，这个生理之需求，可以自行离席哈。好，请宣读。临时提案第一案，为减少营运成本，增加土地利用价值，并将生产工厂员工与高级主管集中办公区域，并以降低公安或环保事故发生率，改善公安处理效率，更能增加生产效率。原件请中油将总公司南迁至后进。而将台北市仁松仁路总公司大厦高质化利用，增加业外收入。提案人苏之芬委员等人。第二案，中油公司于高雄市之高雄厂、大林厂、林园厂皆被高雄市政府公告为整治厂址进行列管，其对当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形皆为居民所关心。然中油于其业务报告及预算书中皆未列出整治计划及进度，原要求中油公司于两周内向经济委员会提出。提案人黄伟哲委员等人。第三案，因应中油高雄炼油厂迁厂，中油提出101年至106年投资34.6亿元的大林厂第三重油加氢脱硫工厂产能提升投资计划，及100年至106年投资164亿元的大林厂增六及相关工厂更新投资计划。该计划面临高频实施空污总量管制及民间加重污染之质疑，原要求中油公司于一周内向经济委会提出该两项计划执行之详细进度及未来计划目标。提案人黄伟哲委员等人。第四案，中油公司大林炼油厂与桃园炼油厂长期排放空气污染物，为地方上重大之固定污染源。依据《空气房屋污染防治法》第21条、第22条，应设置自动监测设施，连续监测其操作或空气污染排放状况，并定期申报空气污染物之排放量，为使邻近居民获得居住环境之空气品质状况，中油公司应及时于网站上公布监测结果，并于一个月内开始实施。提案人黄伟哲委员等人。第五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国主要的国营事业之一，应作为国内企业之典范。然而就劳动条件，近来中油公司所属加油站多次遭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台北市政府举发违反劳动基准法未给予加班费、未按退休金给予标准计算基数给给付退休金、未依法定给予特别休假等累犯违法情事，且中油公司近年来滥用派遣及临时人员，导致同工不同酬、年资无法累计等情况，严重影响基层劳工权益，更导致民间企业企业效尤，影响甚巨。原要求经济部监督台湾中油公司彻底检讨非典型雇用下同工不同酬、年资及福利歧视之问题，以及台中中油公司直营及加盟加油站亦应于合约中明定违反劳基法遭地方政府查获之处罚条款。提案人徐永明委员等人。第六案，现行台糖公司建地原则比照国有土地500坪以上不出售，为有效活化闲置土地，台糖公司释出不应仅限以出租或设定地上权方式办理，应检讨得以出售方式办理，并于一周内提出报告。提案人苏之芬委员等人。第七案，经济部目前已通过104年上半年电价调整方案，鉴于近日出现要求暂停实施说法，
为要求政府施政应守法，尊重立法院决议，且立法不干预行政，以维护全国民众决议权益。原要求经济部应依据立法院院会决议来执行本次电价调整机制，如期举行本次四月一号电价调涨事宜。提案人廖国栋委员等人。第八案，针对101年5月台电公司依照修正前置电价计价公式，因燃料成本大幅增加，欲调涨国内电价时，民进党委员均以台电公司经营不善、绩效不彰、弊端丛生，在未落实改善前反对电价调涨，并造成102年度预算未完成审查而以并决算方式办理，并且第二阶段调涨一延至102年10月才施行。可见民间对于电价不合理的反对压力相当大，唯一鉴于自103年来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台电公司出现少幅盈余，政府决定退还每户800元，立院朝野立委并同意于电价公式中加入燃料成本变动因素，以使该公式贴近事实，并让实行之电价价格趋于合理，并于104年依照新版电价公式两度调降电价，四月调降7.34%，十月调降2.33%。但在原审查104年度台电公司预算时，经济委员会乃对台电公司做成多项决议，要求该公司必须就一、连续多年发生重大营运亏损；二、每年支付高额能源研究发展基金费用；三、再生能源发电之规划推动成效不彰；四、依各种燃料价格走势重新检讨104年度发电燃料成本，以降低公司支出，改善经营绩效；五、恶性财务循环；六、年年发生巨额资产报废损失；七、火力发电机组进热效率低落；八、国际燃料采购价格检讨等8项重大缺失检讨改善。为此，目前台电公司依新版计价公式进行电价调整时，所得盈余实乃因国际燃料下跌因素促成，即为全国人民预付台电购置燃料油气金额之结余。据闻，新政府有意要求经济部将该结余留为他用，实属不当。原要求马政府、经济部应依现行电价公式进行电价调降，以取信于民，并请新政府积极推动节能减碳、发展绿能，提升台电营运绩效，并信守不涨电价之承诺。提案人廖国栋委员等人。第九案，现行电价公式依民进党要求，经济部依据国营事业管理法第20条送立法院审定，并于立法院104年1月20日通过，规定每6个月依公式检讨电价一次，分别于4月及10月2次调整，每次调整最多3%。依该法第订定目的的主要迫使台电公司依据国际能源价格来调幅电价，由经济部组成电价费率审议会，审议台电公司所提出电价公式中各成本项之合理价，依法半年进行一次电价费率检讨。综上所述，本次经济部调降电价系依法执行检讨作业，如因民进党要求动降而不实行，将使公务机关面临违法失职的处境，更造成民生经济莫大的损害。政府若带头违法，未来将如何服众？原要求经济部依法调降电价，以符台湾民众之期盼。提案人廖国栋委员等人。第十案，电价调涨在我国一直是一个复杂又敏感的议题。去年1月20日，本院为使电价调涨能够更为公平透明，原通过新修正之电价计价公式，让行政部门执行电价调整时能有准则。鉴于我国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值仍旧偏低，而低电价有利于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上台电公司6月份即将实施夏季电价，依据过去夏季电价每级距平均涨幅约13%至21%，原要求经济部
须依电价公式如期实施新的电价费率，以照顾我国民众及提升各级产业竞争力。提案人廖国栋委员等人，第十一案。有鉴于中油近年来公安事件频传，虽然中油公司每年均编列巨额公安管理等相关预算，然而中油公司在公安问题上仍有极大改善空间。为确保中油员工与包商作业安全，以及保障中油厂区周边居民之生命财产，原提案要求中油公司两个月内检讨现行公安事件预防机制及如何具体落实之改善计划，送经济委员会。提案人王惠美委员等人，第十二案。由于台糖所经营的副业亏损连连，监察院甚至多次针对台糖所经营之加油站事业、超商事业提出纠正案，跟追根究底，恐与台糖之相关副业其规模经济不足之问题。由于据点少、商品独特性低，无法有效提升业绩。若未有效提升相关副业经营绩效，原提案要求台糖公司针对如何整合台糖资源发展独特性，两个月内提出检讨改善报告，并送经济委员会。提案人王惠美委员等人，第十三案。2012年起，农委会和15个直辖市及县市合作检视台湾所有农地资料，期望搭配未来的国土规划、县市区域计划，拟定管制范围，保留优良的农业用地。然而由于台糖为经济部管辖，这项调查并未强制纳入台糖土地。有鉴于农地为国家的重要珍贵资源，应保留适宜种植之土地，以预防未来恐出现国内自给粮食问题。原提案要求经济部一个月内提出台糖农业现况及未来规划等调查报告，并送交经济委员会。提案人王惠美委员等人，第十四案。有鉴于少子化问题严峻，私立大专及技职院校业已经营困难，许多学校起初即租用台糖土地，以作为校区新建之校址。由于地价税每三年检讨提高，该地价税的税金转嫁与承租之大专及技专院校，造成失效的经营雪上加霜。原建请经济部应于一个月内研拟相关配套措施，以兼顾保障失效学生之受教权益。提案人孔文吉委员等人，第十五案。为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原要求中油公司一将所有管线安装流量及压力监测系统的安装时程、经费概况及最近一次的维护及检测报告，于今日2016年3月28日下午5时前，将相关资料送交本院经济委员会。二，研拟油气管线未来监测系统规划报告及相关的作业规则，包括系统功能、平时的维修检测、人员的训练等资料，并于一个月2016年4月25日内将报告及相关资料送交经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林代化委员等人，第十六案。台糖量贩事业年年亏损，应考量一结束量贩事业，停止目前产品之生产，人员依相关规定妥善处理；二结束量贩事业，各类产品继续生产，导入目前市场各类通路管道继续销售；三参考国内大型量贩经营模式，以商品多样化、价格具竞争力吸引消费大众，重新整顿改造现有量贩事业。请台糖于一个月内2016年4月25日前，就前述三项建议，将台糖量贩事业未来规划报告送交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林代化委员等人，第十七案。为贯彻年度预算审查把关机制，避免不少数不肖人士借口个案需要而将劳务、财务采购动辄以跨长年度方式办理招标，执行形同架空后续行政主管及本院预算审查权限。原提案要求台电公司就劳务、财务采购案件及其合约含扩充年限，原则上不得超过10年，若确有例外之必要者，
应先公开征求学术机构评估，并由经济部核定，报经本院经济委员会审查同意者，使得例外。提案人廖国栋委员等人第十八案，民国九十四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通过，条文第二十二条明定，政府于原住民族地区划设国家公园、国家级风景特定区、林业区、生态保育区、游乐区及其他资源治理机关时，应征得当地原住民族同意，并与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机制，其办法由中央牧地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法律已授权政府对于特定区域土地的开发，应优先尊重当地原住民的看法，重视当地原住民对于自己的土地永续经营与发展的意见，并与其建立共同管理机制。台糖公司握有许多国有非公用土地，其中的土地不乏原住民的传统居住地、耕作地、传统活动区。审计部调查发现，有许多国有非公用土地不是被占有，就是闲置荒废一旁。为了有效利用并使之活化，经济部国营会台糖公司应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台糖公司所有土地的来源，并依据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协同原住民族委员会以及当地原住民制定土地使用方案，以利地方发展与繁荣。提案人廖国栋委员等人。第十九案，查台糖公司核心事业原为砂糖，为改善砂糖事业长期亏损，陆续关闭糖厂，并由各厂利用原有人力经营油品、休闲油气与管理土地及农场等多角化事业，基于专业经营考量，九十二年起进行组织再造，成立八个事业部，然其八个事业部经营业损益表现欠佳，一百零一年度营业净利呈负成长者，仅有生物科技、油品、商品行销及砂糖部门等四个部门。一百零三年度除商品行销、砂糖、畜殖、休闲、油气、精致农业部门呈正成长外，其余三个事业部仍为负成长。多角化策略显然未见成效，应积极检讨。原提案要求台糖公司于两个月内就多角化业务营运效能改善方案至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以及台糖公司创造正成长之盈利净利，提升公司整体营运绩效。提案人张立善委员等人。第二十案，台糖公司拥有广大土地，多年来从事砂糖事业及相关副产品生产，带动农业发展，为近年因国际糖价低迷，台糖公司被迫陆续停闭糖厂，令配合砂糖减产不再种植之土地不断释出，致闲置土地日增。近年虽成立土地活化小组，并订定时程表积极办理，为活化成效欠彰，致公司资产运用效益不彰。原此，请台糖公司针对土地活化小组与活化成效于两周内提出检讨报告，并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张立善委员等人。第二十一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原油进口价格为 FOB 每桶 70.07 美元，考量近期国际油价趋势，建议中油公司进口原油成本以布兰特105年3月最高油价 FOB 每桶 40.92 美元编列，以符合现况，并将该公司销售收入及销货成本同步精算，于一周内提交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张立善委员等人。第二十二案，经济部加强土地清理活化小组，应针对台糖公司推动活化土地工作的成果及效益，应于每六个月包含会期初提报告与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委员等人。第二十三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陆续传出多起重大公安事件，鉴于中油公司所辖之石油天然气运输管线、油槽及槽车运输等管理与维护，
极为贴近民众生活环境，中油公司有义务及必要加强管线之维修检测、汰换防漏以及紧急应变措施。因此，请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于3个月内提供公安管理机制之检讨改善评估方案之书面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备查。提案人邱志伟委员等人。第24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产砂糖的成本高于进口成本，缺乏竞争力，经营绩效高度依赖出售土地获取盈余，公司获利状况虽不甚理想，发放之现金股利却高于每股盈余，股利不减反增，显非实际增加的营业利润，应审慎检讨其合理性，3个月内严厉股利发放制度，送交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委员等人。第25案，鉴于台糖公司经营砂糖事业长期亏损，绩效欠佳，多角化经营积极拓展商机之际，为防范商标再遭陆方恶意抢注，原要求台糖公司于3个月内尽速与经济部智慧局研议预警应变机制，防止损及商誉之事再重蹈覆辙。提案人邱志伟委员等人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进行处理。好，来，第一案有没有问题？好，那照案通过。第二案有没有意见？好，照案通过。第三案有没有意见？好，第四案有没有意见？修正宣读，来。报告委员会，第四案临时提案第四案的部分，在最后一句话，并于1个月内开始实施，修正为并于2个月内开始实施，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好，修正通过。第五案有没有意见？好，照案通过。第六案有没有意见？好，同意文字。报告委员会，临时提案第六案的部分，在最后一句话，并于1周内提出报告，修正为并于1个月内提出报告，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好，修正通过。第七案有没有意见？有。来，陈明文陈委员。对。好，主席，我们基本上尊重这个提案人啊，不过我们在第四的部分哈，就说民党不能因为怕10年电价不上涨的目标等这个部分我们把它主张删除，好不好？好，第四项。删除，民进党不能因为怕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民进党团的决定。我跟你讲了，这里好不好？第七案的第四项，好不好？对，删掉。提案就提案了，不要写民进党哈，不能因为怕。好，这个修正通过。第八案我们第八案的部分也是一样了哈。这导示在1、2、3、4、5第五行导示，基文新政府有意要求经济部将结以留为他用时不当这个部分我们一一删除好，好不好？我们修正通过。第九案第八案的后面第1、2、3、4、5不要设好了，修正通过了好。第九案第九案的部分如因民进党这几个字把它删除掉。好，删除，修正通过。第十案好，第十案有没有意见？好，没意见，照案通过。11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照案通过。12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修正通过。13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修正通过。14案有没有意见？没有，修正。好，文字修正来。报告委员会，临时提案第四案的部分，在第三行的部分，原提案内容是由于地价税每3年检讨提高，而后部分修正为由于公告地价造成失效的经营雪上加霜，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好，修正通过。15案有没有意见？好，好，那个有这个第二行三月说明的第二行，2016年，于本周三这个下午5点前提供出来，好，不是今天，好，那修正通过。16案，好，没意见，修正通过。好，第17案，有这个刚刚报告委员会，第十七案的修正的部分哈。是原提案内容是第三行的部分是原提案内容是原提案要求台电公司修正为原提案要求经济部所属国营事业，以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好，修正通过。第18案，廖国栋廖委员。
有关原住民的哈，要修正，来你们，来你们提出来。好，总经理来，请说明一下。是报告主席跟各位委员。那十八案的话，我们也跟委员报告过了哈。原则上在第二段呢，我们修正成这样子：台糖公司握有许多土地，其中的土地不乏原住民的传统居住地、耕作地、传统活动区。审计部调查发现，有许多土地不是被占用，就是闲置荒废一旁。应有效利用并使用之活化，并实施活化。台糖公司应清查所有土地的来源，并依据原住，后面有没有？并依据《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协同原住民族委员会及当地原住民制定土地使用方案，以利地方发展，以繁荣。修正成这样，修正成这样子。廖委员，你同不同意？他不要成立调查委员哟，而是他是要被那个国有非公用那几个字。好，我想原提案不同意，就照案通过。好，就照我们原提案人，包括没有，就是我跟委员、跟主席、跟委员报告，就是建议把那个国有非公用这几个字划掉。然后也不必去成立调查，我就清查，就照委员刚才执行就清查，是。但是调查委员还是要留住哦，要留住，然后你们再去进行。你清查是你的，是要透过调查委员会的机制来做清查，然后再来到调查委员会去做相关这样的清查。你有没有同有没有疏漏，以及针对这个清查的资料，你要做怎么后续的处理？这是调查委员会的功能，不是只有清查这件事情。我相信廖委员跟高金素梅委员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不是叫你们做行政的调，不是只做清查这件事情，而且要做行政的作为。好，是不是我跟主席报告哈？是不是由公司哈，由台南公司我们自己来清查？因为成立调查委员会的话，这个委员会他有没有什么一个法律位阶？就是我们公司清查，我们一定会负责来清查。那你们还是可以成立调查委员会啊。没有，是公司内部的调查委员会。没有，你不用不用那个。并不是说一定，这是组织公司，公司要调查委员会，就像台说他自己要成立调查委员，就成立调查委员会啊。公司就是这样啊，人家发生贪污，人家就所以公司就。好，我想哈，来了，我举一个案例了哈，董事长，我们回想之前台塑新的九人小组成立的时候，那王瑞瑜王总经理他也就成立自己在公司就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好，所以这是在公司的治理上本来你就是可以做的，好，这不是说在我立法院当中我的调查委员会我还要经过相关的组织法，不需要，这在你公司治理当中，你面对这个问题，你的清查之后，你要后续怎么的处理的作为，跟主席报告，你要跟委员会来说说明，所以这没有问题啊。刚刚本来的意思是说台糖就应该可以调查了，不过由部里面来组一个 OK 了，可以了，我觉得可以。好 ，OK， 好，那我想就如我们提案人照案通过。好，第一。好，一个月内成立。好，这个文字我们加在经济部经济部于一个月内协同经济部国营会台糖公司成立调查委员会。好，这样的文字修正，好，照修正通过。第十九案有没有意见？好，没有就照案通过。二十案有没有意见？照案通过。第二十案有文字修正。报告委员会。您是提案第二十案的部分，在倒数第二行，原提案内容是于二周内修正为于一个月内，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好，修正通过。二十一案有没有意见？好，文字宣读。报告委员会，第二十一案的部分，在第四行的部分 ，FOB 每桶原提案是40.92，修正为 FOB 每桶35.54美元，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好，修正通过。二十二案有没有意见？好，修正通过。二十三案有没有意见？好，没有修正通过。二十四案有没有意见？好，修正通过。二十五案有没有意见？修正通过。好，以上临时提案，我们继续询答，有请，管碧玲管委员。礼拜四继续持续。
主席，对不起，我的助理要做那个 PPT 档。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有请邓部长。官员你好，部长好。我们有关于四月一号是不是电价缓降，或者是重新试算，降的幅度啦，跟分级啦，好，就是说我要怎么降，是不是需要重新试算，或者是是不是缓降等等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四月底之前，立法院再有足够充分的跟社会的对话，然后又有新的提议来通过的时候，你们再回溯到四月一号来计算，这样是来得及的吗？鲍委员，因为工业的那个用户哈，他要一个月以后才会收到那个账单嘛。那民生，那民生用户的话，大概两个月才会开始收到账单嘛。所以是可以的，是不是？所以他是事实上是可以办的。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委员会所通过的提案，应该是启动整个社会共识的对话过程的一个开始啦。好不好？好，应该是这样。因为未来如果院会在通过不一样的提案的内容的时候，你们还是有可能根据那个提案的内容追溯从四月一号开始起算嘛？他不是追溯了，他当然就是说他按照技术上是月底嘛，是月底才算嘛？月底以前，好，月底以前这件事情有定论的话，是一切都会来得及嘛？是不是？我们照院会的指示办理。好，所以我想能够通过哈一个跟社会对话的起点，我们其实也乐见其成啦，哈。所以今天不是什么党在这里对打，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哈。好。那我现在哈要跟部长还有台糖，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哈。您看看台糖哈，台糖，其实台糖说赚钱，哈，台糖说赚钱，但事实上有没有赚那么多哈？我们以这几年的税前存益看下来，这个表是这个样子哈。然后再看下一页，我们来看台糖的营收表哈。您知道我们从第一页，譬如说以104年，你们赚了124亿多，好，税前的纯利124亿多，可是这里面出售土地的利益高达97亿，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如果把土地的利益取消，事实上你们台糖本业经营能力跟投资利益加起来，以104年100多亿里头，其实才27.5亿啦。好，这个没有问题。那接下来要看的是第三个表哈。你们的现金股利，我们以104年来看，大家看哦，104年的本期净利是27.9亿，对不对？好，那可是你们的股利发放的金额是43.4亿，我没有赚到43亿，可是我却发了43亿的股利，导致于我们看下一页。你的每股哈，你的每股盈余跟每股股利就出现了股利大于盈余，我赚的钱都不够发股利，我发的股利是比我赚的钱还更多哈。来，我们来看这个表哈，红色、粉红色的就是每股的股利，然后呢，每股的盈余呢是蓝色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回去哈，回去前面的报表。有一个国际财务报表的准则，好，国际财务准则，重点在这里。你看看这个表，我们以104年来看，来，这个很重要哈。104年本期净利27.9亿，可是我的股利发放却43亿，我净利才27亿，怎么可能发的股利是43亿？重点来了。你们有一个利益就是转列数，你们转列了19.2499万元的转列数，这些转列数是什么呢？叫做股东未实现重估增值，股东未实现利益重估增值，对不对，董事长？对不对？那意思是什么？
啊？土地涨价嘛，为实现利益嘛，那個、副总说，所以重估对不对？啊，这部分是那个土地的部分哈，对嘛，土地嘛，原始的时候列的是用账值，然后依照 IFRS 实施以后，我们又会有一个土地公告限值那部分，对，那列在那个国际报纸的比较数，哎、欸，那已实现的部分我们会转到。那个盈余分配，对，盈余分配嘛，哈，然后那个财报的转列数的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是未实现嘛，对不对？有十九多亿是未实现重估的嘛，那个十九多亿的部分是已实现的部分，然后我们那个在资产负债表没有哦，你不可能是。你已实现的部分十九亿多吗？啊，对对对。好，那已实现是当年卖土地吗？处分土地的部分。当年卖土地嘛，对对。所以你拿土地的利益。不对哦，这个地方我们的预算中心说的是未实现，你把它列进来哦。没有，那个未实现的部分是在列在那个国际报的准则那个调整数里面，是在资产负债表里面那个380。这个就是调整数转列数啊。对，没有，这不是已实现的部分。好，没关系，这个部分已实现嘛，好，好，所以你看看哈、哦，你的已实现利益哈、哦，占你净利的几趴？69%，土地利益占69%。换句话说，你把卖土地的钱拿来当股利去发放嘛？好，卖土地的钱拿来当股利去发放，但是事实上，你可以把留存事业机关的数字加大，对不对？是不是？那个是这样的，对吗？我报告一下哈。那留存事业机关是因为那个不满一毛钱的部分呢，我们是股利全部都是就说。当年度的盈余，无论如何啦，已实现的部分我们全都发放鼓励。好，没关系，没关系。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接受说你每年的净利才27.9亿，然后我每年土地之外，我的能够有净利的营业能力跟投资利益，我的本业的营业利益跟投资利益也才20几亿。可是你的股利却要发放到43亿，导致于你每一股的股利大于每一股的营收啦。来，我们全台湾有多少公司，它每一股的股利会大于每一股的营收？我是不是说明一下哈？第一个哈，就是说过去我们有不到一毛钱的没有分配的，然后到下一年结算的时候是可以加进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刚刚讲的这个土地的这些收入。第三个，我还是一个观念哦，台糖卖土地发股利啦，不是，就是卖土地发股。你知不知道你土地哈？你看一下来，容许我说一下，你看一下我们的报表里面有关于土地的利益跟其他利益之间的分配，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页，那个是含土地盈余没错了。对，含土地嘛，你看你的出售土地的利益占几趴？我们看这个表，我们看这个图，好，看这个图，你出售土地的利益在104年占77.9%，你105年送进来的预算，你要让它占78.53%，而这里面卖土地，尤其现在各县市地价调整涨价的那些部分。你们都把它拿来当发股利去发，所以会出现台糖的股利，每股的股利高于每股的营收啦。我每一股营收才多少，官委股利还少啦。你讲得很正确，对呀、啊，我讲得很正确啊。那社会不接受，台糖的土地出售，部长。每年卖那么多土地来发股利，我们没办法接受。部长，你用政策的宣示一下，来，都是被征收的土地，都是被征收。然后这些土地的钱留在台糖。那如果是这样，就更不应该把它变成是股利。虽然没有错，虽然我们的官股占将近80%，所以我说还给股东嘛，没有、就是、这个土地出售的钱，因为台糖有民股嘛。对的，但是所以就会出现国家的土地实现成为利益的时候，当它变成股利的时候，国家的土地所产生的利益有跑到民股去嘛？所以我再讲一个观念嘛，说我们事业部来赚我们自己的薪水，其实我们土地都还给股东。啊，你们事业部怎么赚哈？你看看你们的精致农业是不是都赔钱？是不是？所以那个事业部，我们在努力对你们精致农业是不是都赔钱？看一下你们精致农业是不是都赔钱哈？是。好，可是你们兰花部的人事成本，你看一下，你们兰花部的人事成本就在你们兰花存货越来越多、兰花的收益越来越少的那一年开始，你看看102年到103年开始起跳，
你们的人事成本节节高升，每一个人平均每年人事成本从150万变成209万多。所以你们台糖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担心的就是台糖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主产可以卖，导致于你台糖的经营可以永远这么孱弱嘛。然后你的人事平均年龄50岁，平均年龄50岁代表第一个当然人事成本会很高，是好是，尤其是你看看这个人事成本从150万连续2年3级跳成209万，这是平均哎，这是平均每年人事成本哎，平均每年人事成本这个样子哎，所以本席今天时间很有限，而且我中油我根本都没办法有时间讲。你看看我光要呈现的，这是兰花部门啊，我就给你看兰花部门啊。兰花部门不应该，这数字是你们的预算书跟预算中心列出来，我们整理起来的。没有错，我还一再的确认，刚刚还跟你们公司的人事部门确认，就是这样，没有错。所以跟管委报告，就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事业部。你们努力的目标绝对不可以让台糖从土地的利益变成土地的利益要还给股东，变成对嘛？就是这样，所以土地的利益，你们把土地的利益拿来发股利，部长。其实台糖有这么多的土地，然后台糖是一个有名股的公司，然后台糖的土地的利益变成是台糖获利的最大宗，好，这中间有非常高度的不正义。你们没有办土地上缴，当初民营化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有非常多的我们的国营事业，他们在民营化的时候，很多的土地办理上缴。包括港务公司本席就让他上缴土地非常非常的多，你们台糖在当初开放民营的时候，如果今天没有民股这个问题没关系，对不对？如果今天没有民股一切都是政策嘛，可是今天有将近20%的民股在里面嘛，你们当初民营化的时候现在民股是 3.49%， 那为什么你们会占那么高的比例，只有 80% 留在经济部，只有80%上缴经济部，为什么？还有国产局，还有其他单位，好，央行即使是3%多都是民股，这是一个有民股的公司，可是国家的国公有的土地，它实现利益以后变成是民股的，那国营事业当初在民营化的时候没有上缴土地，就是一个错误，这个问题要导正，部长。台南还是国营了，还没有民营化。对呀、你是比例的问题啊，你开放民股的时候。开放民股的时候，办理土地上缴的时候有很大的疏漏，部长你怎么看？这个土地利益哦，让一个公司哈、它的每股的利润会高于每股盈余，这个就很匪夷所思嘛。好，我讲我的，每股的股利要去高于每股的盈余，你们是怎么做账的嘛？怎么分配的嘛？这是分配的政策性问题嘛？关，我想您的那个非常清楚哈，您的论点非常清楚。啊、那我想台糖应该可以再来考虑好不好？再给那个委员。所以你们105年也是这样哎、你们105年现在送进来的预算也是股利会高于每股盈余哦，每股的股利会高于每股盈余哦，还是这样哦？对呀、所以这样的分配我们是无法接受的哦。全国有哪一家公司它每股的盈余每一年没有分配完的股利或者是公积那个多，那你可以用政策下一年的对吗？你不应该转到变成每股的股利要高于每股的盈余啊？不，那个就是、我就是讲那个是资产，那个资产也不能给同仁用，那个只能还给股东，所以分红是最合理的分法，回到那个股东去是最合理的。我认为需要检讨了。尤其你们最大的，我们也检讨一下，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实现是来自于卖土地，这个是我们非常难以接受的啦。尤其你土地那么多、土地那么多的啦，土地那么多，然后未来怎么办？对不对？现在好多好多提案要你们卖土地，要你们如何又如何？这个将来要怎么处理？我们对民间我们是所以我觉得它需要一个通盘的一个政策性的检讨啦。我们也来检讨一下这个事情。好，那另外部长。如果中油哈胆敢去赌说他总公司不南下，你再看好了，不要轻易挑战高雄市。今天就感谢那个徐有明委员在这里替高雄人伸冤。我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来不及把我手中的资料拿出来给你们看。你们胆敢总公司不南下，
在座都是高雄的女将、啊、我跟你讲，经济委员会至少有个林黛华，有个邱意莹，有个管碧玲，弄恰杂不好，我跟你讲。好 ，OK， 那我们感谢哈。那我先向大会宣告，我们今天质询到第十一位委员。那有请我先恭请哈，我们高志鹏高委员作为代理主席。那有请王惠美王委员。主席有请部长。好，有请邓部长。王委员你好，部长，四月一号电价到底调不调涨，请说明。以现在目前的进度，我们继续执行，除非立法院有不一样的决议。哦，除非立法院有不一样的决议，你嘛靠尬死者，安尼无得无高，无要两年，真无简单，把迄个公事确定，确定完了。盈余本来就是怎么分，你们还有意见，我们没话讲。那个公式本来就该调涨的，人家跟你哈，你就要惊死，你也靠尬死。没啦没啦，没惊啦，就照这样做，报委员，我没惊到啦。你要捍卫啊！对，不然当时那两年审的委员白审了。是是是，我们那时候不是还有个弹书吗？我觉得你们都没有把重点讲出来、欸，当时的弹书不是有讲两年要检讨吗？是，两年到了吗？还没有。对啊，你就说我们两年后实施的结果要检讨嘛。对，哪有换的位置都换了脑子，真奇怪呢。啊，你们到底是到底问过去大概不得不告些不行，就奇怪。我们会，我想我们的立场一直都很一致啦。还有刚刚啊，我们管委员讲的啊，不能够接受，说真的。碳摩汉嘴砰砰叫嘴哦，可是问题是现在的 IFRS 的算法是这样嘛，所以本席建议啊，不要轻易卖财产呐、啊，就没这个困扰了嘛。人家对你就是土地的收入有意见嘛，对不对？那你就不要轻易去卖财产，就没事了嘛，对不对？好了，部长，你在报告的时候有说到啊，未来经济部啊要协助台糖做活用的这个资产啊，活化这些资产啊。然后呢，政府跟民间啊产业的所需啊，要重大建设，对不对？也就是说，台糖的土地啊，到底是会变成农业用地的摇篮，还是变成工业用地的推手啊？请说明你们的立场。这个当然，我想兼顾啦，哈，在工业有需要的地方的话，将来的这个工业区啊。的开发哈越来越困难，因为征收土地越来越困难，可能台糖这边要做一点贡献。部长，在你们善用台糖啊，把它一块一块的好的土地啊变成了工业用地啊，在这个之前，你们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去统计过全台湾啊被编列为工业用地，或者啊变更为工业用地，还有多少放在那边的闲置土地啊？算过了没？我不知道有多少公顷，但是有这个现象。哎、欸，你安内你都安内你的政策都足无合理的，你知无？我知有迄啰。我觉得你们等于没有全盘的去了解全台湾的第一个工业用地的需求，再来你们没有盘整过所谓的所有的工业用地到底还有多少放在那边闲置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是当时的开发有问题，还是呢什么样的问题？你们再把这些问题拿出来啊！是，我们那我再问你。我们现在台湾粮食率有多高？粮食自给率，自给率多少？自给率应该百分之，这不是我的代志，但是应该是三四十万的啦。三十外，三十到三十四啊。你知道咱边啊，日本、韩国多少？四十五十哎，先进国家英国是65%哎，德国93%，法国是120%哎。好啦，现在问题来啦，当如果有一天粮食危机发生的时候啊，无饭通吃。啊！你产业工业怎么发展呢、啊？对了，哎、对不？总是要吃饱嘛。爱吃饱嘛哈。好，那我一直过去一直认为台糖是你们的提款机啊，欢喜就甲挂一块啊，欢喜就甲挂一块啊，对不？啊，挂拢专门得了了。那我想要请教啊，台糖现在从卖糖到卖土地啊，你台糖没有卖土地，你还有剩多少的 EPS？那个土地就包括土地开发那些都不算的话，
那大概其他的事业部大概就是目前的情况大概是将近嘎平或者小亏。小亏啊，是是小亏啦，国营事业搞到这样，你会不会觉得要检讨啊？是。好，那你的土地部长，我们来商量看看，如果依照这样的方式放在你放在这个经济部下继续这样下去，我看台糖的土地很快就卖光了，特别又有过去的这个案例啊。我是不是跟王委员报告一下，台糖的土地目前的政策是？你看，像现在提案就提出来了啊，不受过去500公顷、500这个坪的一个限制啊，现在等于要大肆的这个开发啊，大肆的买卖了啊，不是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只租不售，除非被征收，或者是那个废线基地啊，那个。再来，你们有没有盘点被租的这些土地有多少要被闲置的？先给你核调哎，没有开发的有多少？有没有？被租出去现在有8000多公顷，我们都有在管理。假如租出去闲置的，我们会来。本席就知道，好几块土地租了几十年，连开发都没开发。啊，是安怎？先搞好看。那些良田为什么不去做耕种呢？那我也没看到你们台糖这个有什么相关的农业的方面的一个计划，全部都是配合经济部。为什么？因为管辖权是经济部，对不对？所以经济部要一块你就留一块，要一块你就留一块，没有完整性的土地开发。我们配合农委会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是平地造林12000多公顷，就这个而已嘛，很大。好，再来，本席要问啊，农委会在2012年开始啊，就全国所有的县市啊，都有做这些所谓的农地的一个这个实况的一个采集啊。有建议你们哎，听说你们好像无动于衷哎，现在的计划到哪里来？说一下吧。那个月亮农地有我们报了6000多公顷啊。这些公顷人家如果要再给你拨用，你给不给？那个不可以，就是除非农委会同意，要不然不能。所以你现在有多少万个公顷？我们现在总共5万公顷。5万公顷，走6000公顷不能动就对了啦。因为剩下都要卖掉就对了啦，是不？没有，因为那个6000公顷是优良农地啦。就是等于说比较保留下来。部长，我们商量一下。我看哦，台糖继续这样下去哦，变了没啊？看阿伯坦弄个客北周善呐，这样继续下去哦，我们这个土地啊，很大的资源，如何跟这个环境保护啊，还有整个的永续经营是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考虑把它归给农委会，统一来做农业相关的开发？你感觉嘞？比较以前台肥嘛，对不对？到相关的产业去嘛，到相关的委员去嘛，你有什么看法？这个他以前好像包委员，我的了解以前讨论过，也相当完整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到底放在经济部好，还放在农委会好？好，那后来的决定说继续放在经济部，以后怎么样？因为你要开发工业区嘛，这里画那里画嘛，你们都人家都说国营事业的效果那个什么绩效不彰，我觉得不会。我们彰化工业区要开发，公文呢本来跑3年呢，可一年就跑完呢，怎么会绩效不佳？是被折干唔折娘娘啦？干唔是安呢？然后你们就放任地方政府高兴割一块就割一块，是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我觉得你们这个部里面是在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而台糖你们又负有这个国营事业调和顶耐这个物价各方面的一个功能性呐、啊。你们不能放任啊，地方啊割一块就去一块啊，然后把那个盈余弄起来，然后搞到现在人家又砍不认啊，鼓励不可以这样分啊，那改去无代志，扯代志做，对不对？再来你的副业啊，碳基嘛碳料熊救了，到底是原因出在哪里啊？我看你的所有的投资项目里面啊，这个跟随着政府的政策来的有43%。那只赚了2.1%，一年度只赚6700万，太少了。然后你过去的加油站，你的超商啊，说真的，经济规模真的很不足啊。我还会建议你啊，认赔杀出啊，去考量看看，好不好？好，我们有一部分认赔杀出了，但是不然你就要发展你的特殊性嘛，去创你自己的品牌嘛，应该是要这样嘛，让员工就业，不是这样东去摸一个西去摸一个，看人敲西没卖敲西，你嘛要走，你都无同意无转全家的好，那你看到人家的那个加油站要做，你也没有人家中油台塑的好，你台糖有你自己的东西啊，你要去发展你的特殊性啊，那个才有用嘛，好不好？剩下时间我问一下中油。好的，谢谢。
来中油。我们高雄市长说：“哎呀，你们螺丝都掉满地呀、啊！”你针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冤屈没有？对，三月还是你要承认？对，报告委员，三月二十一号那个漏油的事件呢、啊？事后查是由于外力破坏，并不是我们在维巡的时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外力破坏有很明显的这个迹象，是有打了一个洞，所以那边油漏出来。后来发现之后，马上处理，已经获得高雄市环保局同意，说我们说这个全案都已经结案了。再来，本席看你们的预算啊，你们今年的工业安全啊，显然少编了一点吧？比去年少编了2.6亿，哎，少了11%，哎，到底原因是什么？你们的公共安全做得很好，还是没有钱，还是怎么样的状况？还是你们现在不开始不重视这些公共安全了？公安我们一向重视，我再来了解一下它的内涵，是究竟是不是有什么大的项目已经完成所造成的落差？但是公安我们一向是列为最优先处理。那你们就真的是少了啊！你不能跟我讲，我们在审你们的预算，你告诉我你回去再了解啊。那显然你们这台堂跟你中油两个董事长都真的没有很用心呢、欸。不要了，公安。你自己要去做比较啊！刚刚我们同事就是因为高厂停厂的关系，那一边本来所支付的这些公安的费用，现在已经停止了，所以才有这个落差。对嘛？但是说真的，公安真的很重要。哦，该有的训练，该做的这些 SOP 一定要建立起来。是。再来第二点、哦、我再问啊，你中油到底要不要南迁啊？头先讲，阮本委员会拢一寡恰查某啊，啊，你们是不是被吓大的啊？没有南迁的部分啊，我们一直啊南迁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那个优点？有什么缺点？是不是请简单说明一下？对，缺点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业务的进行都是在以北部、以台北这边为主啊，不管是从对这个整个监管单位啊，包括各部会的说明还联系等等。那么另外还有国际的这些商业啊，油公司几乎都设在台北，所以以首都来设立是在业务上是有方便性。那么当然提到说这个南在高雄部分的这个现场啊厂区的部分啊，如果没有在那边，是否可以来做一个有效的督管？我们也成立了几个单位，包括我们南部办公室长期我们有一位副总经理在那边。那么现在资讯发达，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有立即的通报跟反应，所以这一点也是可以弥补这种缺憾。这一点我想，因为刚才那个徐永明议员委员所列的那一些油公司啊，那么多设的总部，其实我们检视下来，没有一个是设在厂区的，都有它的特殊的背景跟原因。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回去专业评估了，不要又让政治去凌驾你们的专业了。是专业评估好不好？是比较要紧。我另外要拜托啊，这8-900个员工啊，他们的这个家庭因素啊，你务必要把它考量进去啊，是的，是的，好不好？一个企业它能够成功，还是归于这些人才啊，好不好？好，以上。好，谢谢。好，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谢谢主席，有请邓部长跟台糖。董事长，部长，董事长，请。邱委员你好。部长，先问一个问题，因为台电没有来哈，就是比利时恐怖攻击他的核电厂，一个保安人员被杀害，他的工作证也遗失嘛哈，那传说这个恐怖分子要攻击核电厂，那台湾的核电厂有没有因为这样的事件呢、啊？他的维安的层级有升高，那或者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演练？好，邱委，那个朱总经理，今天我请他一起来，朱总，是不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我想我们在尤其是核能电厂啊，我们是有保警驻守，跟其他电厂不大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保安的层次啊，非常的这个严格。他有没有因为比利时这个事件，因为可能？对恐怖主义，它变成这个一个攻击目标嘛？那我们的维安保安有没有升级？我们持续的都是在这个一直是持续的。有没有针对恐怖主义攻击的相关的演练，在核电厂？有，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访客了，还有一些人士就是有。你要做相关的演练，你要沙盘推演嘛？我想我们有一些反恐的演习是有的。有做过吗？是，针对恐怖主义攻击的。
演习，是有外力的来进的这个，不是，我觉得外力攻击跟恐怖主义不完全相等嘛。你要针对恐怖主义，如果还用这个这个出其不意或者用这个恶性攻击的方式侵入到核电厂，破坏核电设施。不是，如果是这个，所以我叫要居安思危了哈，是是是，越料敌从宽呐，遇敌从严呐。这不，国外已经有这个征兆了。是是，我觉得应该要提升这个核电厂的维安的层级。部长，不然你同意吗？我非常同意，立即检讨目前相关的维安的机制是否可以完整，针对恐怖主义的攻击，我们是不是有完整的因应能力？最好近期之内做过反恐相关的演练。我知道那个核电厂一直都有在演练，因为跟原能会一起针对这一次的新的这个情势了哈。对，我们再来检讨，因为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状况啊。是。那我相信，我要查过相关资料，没有针对恐怖主义攻击有过相关的沙盘推演。我希望哈，最近就要拟定相关的剧本、相关的脚本，做相关的演练。是，我想这个我们应该要做的。是。好，另外啊，这个。部长，针对台糖你们写的报告里面说要聚焦核心事业，推动营运改造计划，活化土地资产。从这三句话，我觉得这个你们的核心事业应该要聚焦了哈。是，现在八大里面其他的包括什么公安啦、生技啦、油品啦、砂糖啊、行销啦、量贩啦，都亏钱嘛。整体而言。你要如何聚焦核心事业？有哪些部门？有哪些事业要裁撤的，或者不应该继续经营下去的？不应该与民争利的，或者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你就应该要检讨。那你照你的检讨，照你的这个方向，我们未来新的一年或未来几年之内，台糖的核心事业应该聚焦在哪些部门？跟邱委员报告，我们将来聚焦两个重点，一个叫做健康产业，一个叫做绿色产业。那么健康产业包括我们像我们的生技，我们现在的有机等等的，都算是健康产业。哦，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针对目前在营运的相关的事业体要做相关的这个整并？那油品你要不要再检讨？油品还继续存在下去吗？油品大概这几年的情况，它大概就在损一两瓶左右，小赚或小亏。你要聚焦核心事业，所以按照你的说法是一个休闲跟绿色嘛，对不对？那个叫做主力嘛，聚焦。对嘛？那你没有竞争力的，你应该做一些处理嘛。像油品、量贩，你一直都损一两瓶，甚至亏损，你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跟邱委员报告。油品的部分呢，大概应该是会有一点小获利啦，所以基本上我们油品的定义，长期是没有竞争力的啦。我们的定义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靠油那个加油站来养活他们自己。那你就没有符合聚焦这个原则嘛？你没有长期的竞争力，你只有短期的这个获利能力，我觉得这不是聚焦，那个还是维持同仁的就业了，这是私交啊，那个维持同仁的就业，但不是我们的，所以你应该要把它转型。到聚焦的产业，你刚刚说的绿色啦、休闲产业啦，或者土地开发，是你们台糖目前主要获利的来源，或者未来相对一段时间是有竞争力的、有潜力的嘛？是。那未来一段时间没有竞争力、没有潜力的，你应该去检讨嘛？是。否则你就失焦啦。那个就要那个焦点的东西能够茁壮起来，那些就可以渐渐的淡掉。目前这八大产业啊，这八大产业我刚刚说的量贩啦、生技啦、油品、砂糖啊。你们未来要怎么样让它聚焦啊？是，我觉得你要有一个全盘的这个策略规划。是，好，否则每年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八大产业除了土地开发有赚钱，大家都质疑你台糖变成土地开发公司嘛？因为你们获利来源主要还是土地开发嘛，其他的本业都亏损嘛，或者不具有相对竞争力嘛。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希望，所以这个报告是邓部长，这报告是经济部写的。所以你要聚焦核心产业，推动营运改造计划，你就把这营运改造计划把它完整的提出来。好，跟邱委员报告，刚刚我的口头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几个重点，比如说绿色有哪一些绿色的方面已经在做，包括说沼气发电啊，包括我们太阳光电啊，几个都在做，这些东西都逐步在做。我们的鼓励是好，未来朝向绿色能源，未来朝向这个休闲产业，我们都乐于见到，只要有获利，但是没有获利的就应该要做一些检讨了哈。好的。另外你要积极布局海外市场，你提到东南亚跟大陆地区，这是经济部的报告。
是东南亚你们有布局吗？有任何的在东南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营运规划吗？我们有在越南有一个糖厂，大概跟民间合资的，然后有两个养猪场。我上一次的这个委员会，我也提出一个临时提案，希望我们积极拓销东协食谷市场嘛。是，好，这个要有一个完整的这个目标，完整的规划啊，确实去执行。应该要，应该要。另外，土地活化，我刚刚也提出一个临时提案，就是说，希望这个经济部加强土地清理活化小组，针对贵公司的这个土地活化的效益，每半年提出一个报告嘛，哈。好，那你们。按照你们期程104到109，五年当中，你们才计划活化目标785公顷，一年才157公顷。跟邱委报告，那你目前闲置的土地总共有多少？闲置的土地有2700公顷，但是其中有大概1700公顷，大概是不能用的，那个杂荒地啊，或者是那你要想办法去处理啊。对，那個、你要想办法去处理。你说你2000是。啊，2000公顷是没有办法活化的，是目前闲置啊待活化的这个土地嘛？那你一年才要处理150公顷？我们真的可以活化的大概是1000公顷，1000公顷包括。那你这个是太消极了哈！停地场好了，就算你1000公顷你可以活化，那你一年才活化150公顷，这个速度太慢了。你要等到6年才能活化完毕。跟邱委员报告，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譬如说高铁站区那个地。那个几十公顷就不得了的工程，所以是加快行政流程了，事在人为了哈。好的，好，你这个目标定得太消极了。另外，你要做土地释出啊，配合政府重大增建建设。好，举一个例子，在这个桥头新市镇，桥头新市镇里面有很多台糖土地，是。那你们这个规划没有很完整啊，也是破碎，也是零散的。那是一个造镇计划，所以需要你们把土地释出给他这个高雄市政府，请高雄市政府做一个完整的规划，这样行得通还行不通？那个像荷花产业园区，它就用区段征收嘛，那也是一下子收了100多公顷。我是说桥头新市镇啊，很多的土地都是你们的嘛，那我们要盖很多公共设施都需要台糖土地的，那如果跟他们请你们拨用，请你们提供，这样可以吗？大概没有办法拨用，为什么？一定、不可能无偿拨用了。你配合政府重大增建建设啊，你可以土地可以释出嘛。因为你要拨用，你就要先把那个民股的股份要先撇他们。所以可以释出了哈，是有偿释出。如果我这边要盖一个这个学校，有偿释出是可以的。我这边要盖一个这个公共设施，可不可以有偿释出？有偿释出是可以的，但是不会释出給民間，因为交给你们去规划太过消极。不会，我们不是，我们准已经定政策，不会给民间的直接卖给民间，因为这个太多的这个积极去跟高雄市政府针对桥头新市镇土地的开发，未来怎么建设啊？积极召开研商会议好吗？好，政府本身的话是可以合作开发。我给你拜托了，讲你爱卡找高雄市政府去讲，讲对这个新市镇的范围，你们土地未来怎么配合，怎么运用，跟市政府做一个完整的协商。这可以吗？好的，可以了哈。好，我们跟市政府来协商。好 ，OK， 好啊。最后一点先请那个，好，谢谢。中油林董，这个部长，这个中油五氢啊，这些设备怎么处理啊？跟邱委员报告，五氢的设备有些是已经开始招标，开始要拆迁。那么如果有可以做整厂输出，或是有可能整厂输出，或者跟国外合作。或者用作价资产入股、技术入股的方式跟国外合作吗？这个部分我们都列为一个选项。那你们应该有一个方案出来啦。有方案，我们内部都有检讨，每一套设备都有。这是机密报告吗？啊，这是机密报告吗？你们如何处置这个武器的这些设备，或者安置这些人员，为让它最有效的利用？你们有没有完整的方案？这个部分我们在设备处理上确实是有完整的方案，这个能不能提供给经济委员会？可以提供。好，是。那事后提供给经济委员会。是的，我觉得南迁呐、中油南迁，我觉得势在必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循序渐进。你要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南迁的计划，好，循序渐进，按部去推动，好，当然不是一触可及，但是我觉得势在必行，你们应该有这种认知了，所以。
在我也同意，在执行一个重大的南迁计划，必须要缜密的规划，要按部就班来执行了。我希望朝向这个原则了哈。那个董事长，对，我们会提出规划。那另外这个转投资啊哈，转投资你们这个累计171亿，今年你们预估是15亿，那目前后来的结果呢？结算结果，投资报酬率有没有增加还是减少？104年，去年的好像是跟比目标还高一点的啊，我投资报酬率比你们目标值还高的。你们目标值是多少？12亿多，那么真正达到的绩效有16亿多，是比目标值还高，比你的目标值还高。是。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中油员工的绩效奖金呢、103年度核定了吗？103年的绩效奖金现在还在部里审议当中，还在啊，部长还没签是吧？是，还没有确定。我觉得这样子哈，要合理反映这个员工的贡献了哈。但绩效要看他们这个整体公司的绩效而言，然后考量到员工的这个贡献跟整体大环境、国家的财政了哈。我觉得对员工应当秉持一个公平的原则，一个照顾的原则了哈。那我也期待说。中油跟经济部啊，国营会能够跟中油工会啊多做沟通，是针对这个部分，能够双方取得一个理解跟共识。董事长，是的，我们这一项一直都是在跟部里，现在还没核定了哈。提报资料，我觉得核定之前呢、我希望了哈，我期待能够跟工会、跟中油的同仁，因为他们也很辛苦的付出嘛哈，能够对他们贡献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反应了哈。这部分我希望在你正式核定之前，能够跟工会、跟中油的所有的同仁多做沟通，取得共识，可以吗？是的，这一点我们一定会做到。好，谢谢。好，登记质询三位发言委员，本周四。31日上午9点继续进行质询，委员邱毅莹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1周内以书面答询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与本会全体委员。本日议程进行到此，休息。星期三上午9点继续开会。